除善饮食。注及解服前曰：有待太子守则从之。注及解服前曰：助君府寻军事。注及解杜预曰：律师者必专谋军事。注及解杜预曰：宣号令。注及解贾逵曰：国政，政轻也。注及解杜预曰：命，将军所至。注及解杜预曰：太子统师，是师其官也。注及解杜预曰：专命则不孝，是为师必不威也。PG 874。注及解贾逵曰：将下军。注及解服前曰：不得利己也。注及解服前曰：偏独之一，偏异色，薄不纯，独在中。左右异，故曰偏一。杜预曰：偏一左右异色，其半似公服。为昭曰：偏半也。分身之半以受太子。正义上一去。身下一如字。注及解服前曰：以今为绝也。为昭曰：今绝兵要也。正义绝应绝。十九年，献公曰：使吾先君庄国，武功之诸尽乱而国。常助尽伐我，又逆晋王公子，果为乱。伏诸后以子孙忧。乃时寻其以驱产之臣贾道于虞。与贾道遂伐国，取其下阳以归。助正义言国助尽伐屈沃也。助及解和修曰：屈产出名马之地，臣备四也。助及解贾逵曰：鱼在晋南，国在于南。助及解服前曰：下阳国邑也，在大洋东北三十里。古梁传曰：下阳于国之塞邑。献公思为骊姬曰：吾欲废太子，以息其待之。骊姬泣曰：太子之力，诸侯皆以知之，而数将兵，百姓附之，奈何？以见妾之故废势力数，君必行之，妾自杀也。骊姬降欲太子，而因令人憎恶太子，而欲立其子。二十一年，骊姬谓太子曰：君梦见其将，太子速即屈沃，归离于君。太子于是祭其母其将于屈沃，上其剑坐于献公。献公时出猎，置坐于宫中。骊姬使人置毒药坐中，居二日。献公从猎来还，宰人上坐献公，献公欲享之。骊姬从旁止之，曰：坐所从来远，宜视之。记得的。PG 875。焚与犬，犬死。与小臣，小臣死。骊姬泣曰：太子何忍也？其父而欲，世代之，况他人乎？且君老矣，但目之人，曾不能呆而欲视之。谓献公曰：太子所以然者，不过以妾及息其之故。妾愿子母辟之他国，若早自杀，无徒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。使君欲废之，妾犹恨之，至于今，妾殊自失于此。太子闻之，奔新城。
献公怒，乃诛其父杜元快。或谓太子曰：“为此药者乃离机也，太子何不自辞明之？”太子曰：“吾君老矣，非离机，寝不安，食不甘，即辞之，君且怒之，不可。”或谓太子曰：“可奔他国。”太子曰：“被此恶名已出，人谁内我？我自杀耳。”十二，月戊申，申申自杀于星辰。注集解符前曰：“其将要所在。”注所引左传于六日不同。注集解为昭曰：“将引先祭，是有先也。”分起也。注集解为昭曰：“小臣官民长阴事，今焉是也。”注所引太子之行如此，且前见君欲废而恨之，今乃自矣，恨为失也。注集解为昭曰：“星辰屈沃也，心为太子臣。”注所引国语云：“深深乃至今于星辰庙，为昭于屈沃也，心为太子臣，故曰星辰。此时众耳已无来朝。”人或告离姬曰：“二公子愿离姬赠杀太子。”离姬恐因赠二公子，深深之要作，二公子知之。二子闻之，恐众耳走仆，宜无走屈，保其臣，自备守。初，献公使侍卫为二公子助仆，屈臣服旧。宜无以告公，公怒。PG 八百七十六。侍卫谢曰：“边臣少寇，安用之？”退而歌曰：“胡求蒙荣，一国三公，无谁侍从。”促旧臣，即深深死，二子亦归保其臣。助正义伪，为鬼犯，为与伪犯。助即解符前曰：“蒙荣以言乱冒，三公言君与二公子将敌，故不知所从。”二十二年，献公怒二子不辞而去，果有谋矣，乃使兵伐仆。仆人之患者伯堤命众耳促自杀，众耳于原，患者追斩其衣躯，众耳遂奔敌，使人伐屈，屈臣守不可下。助正义伯白眉反，堤都提反，为昭于伯楚四人披之字也，于文公时为伯堤也。注集解符前曰：“屈内也，是岁也，尽复假道于余以伐国。余之大夫公之其见于君曰：尽不可假道也，是且灭余。余君曰：尽我同姓，不宜伐我。公之其曰：太伯于仲，太望之子也，太伯亡去，是以不嗣。国仲国叔王季之子也，为文王亲事，其季勋在。王氏葬于蒙府，将国事灭，何爱于余？且余之亲门亲于桓，庄之族乎？桓庄之族何罪？尽灭之。余之与国，唇之与齿，唇亡则齿寒。余公不听，遂许晋。
公之其以其族去于其东，晋灭国，国公丑奔周，还其灭于鲁于公及其大夫景伯柏。李希以应秦木基而修于寺，寻其千囊所遗于屈产之臣。马奉之献公，献公笑曰：“马则无马，使亦老矣。”注集解杜预曰：“蒙府思蒙之官也。”注集解黄览曰：“国公宜在河内温县郭东，济水南大宜。”PG877。是也。其城南有国公台。注正义南雍州纪云：“百里奚送景伯，宛人也。”注集解杜预曰：“木姬，献公女。”宋女曰：“应，以屈辱之。”注集解符前曰：“予所祭祀，命祀也。”注集解公羊传曰：“盖系之也。”何修曰：“以马食系，欲寻其之年老也。”23年，献公遂发贾华等伐屈，屈溃，夷吾将分敌。季瑞曰：“不可，众耳已在矣。今往，晋必移兵伐敌，敌畏晋，或且急，不如走梁，梁晋于秦，秦强，吾军百岁后可以求入燕。”遂分梁。25年，晋伐敌，敌以众耳故，亦及晋于灭丧，晋兵解而去。注集解贾逵曰：“贾华，晋右行大夫。”注正义名陶其上曰：“会。”注集解为昭曰：“季瑞，晋大夫。”注集解左传作采桑符前曰：“敌的。”所引裴氏云：“左传作采桑。”按今平阳区南70里河水有采桑经，是晋晋符前云敌的，亦颇相近。然自作灭桑，灭桑谓的，恐非也。当此时，晋强，西有河西，与秦接近，北边敌，东至河内。注所引河内，河曲也。内因锐，离基地生道子。注所引左传作卓子，因持脚犯，弟女弟也。26年夏，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，晋献公病，行后。PG878。未至，冯州之宰孔。宰孔曰：“齐桓公一交，不务德而务远略。诸侯扶贫，君地无惠，无如晋何？”献公亦病，复还归。病甚，乃谓荀齐曰：“吾以奚齐为后，年少，诸大臣不服，恐乱，岂子能立之乎？”荀齐曰：“能。”献公曰：“何以为晏？”对曰：“使死者复生，生者不眠，为之晏。”于是遂属奚齐于荀齐。荀齐为乡，主国政。秋九月，献公卒。李克批正欲内众耳，以三公子之徒作乱，谓荀齐曰：“三怨将起，秦晋辅之，子将何如？”荀齐曰：“吾不可复先君言。”十月，李克杀奚齐于丧次，献公谓葬也。
徐其将死之，或曰不如。立奚其弟道子而复之，徐其立道子而葬献公。十一月，李克逝。道子于朝，徐其死之。君子曰：师所谓白圭之变，犹可摩也；斯言之变，不可为也。其徐其之谓乎？不复其言。初，献公将伐黎戎，否曰：齿牙为祸。即破黎戎，获黎。姬爱之，竟以乱境。祝正义在曹州考城县东南一里。祝所营地，但也。祝所营为徐其受功命而立奚其，虽负生死，不被生食之。命是死者复生也。祝所营延伸者见徐其不被君命而死，不为之休眠也。祝即解甲回曰：披正，晋大夫。三公子深深重耳，宜无也。祝即解列女传曰：鞭杀离姬于市。祝即解杜预曰：失大雅，言此言之辩难至胜于白圭。祝即解为昭曰：齿牙，为赵端左右性彻有四齿牙，中有纵化，以象谗言之为害也。李克等以杀奚齐，道子使人迎公子仲耳于敌，欲立之。PG 八百七十九。仲耳谢曰：父父之命出奔，父死不得休人子之礼事丧。仲尔何敢入？大夫其更立他子，还报李克。李克使营夷无余粮，夷无欲往。吕审细锐曰：内犹 有公子可立者，而外求难信。既非之情，抚强国之威已入，恐为乃使细锐后入秦。曰曰：急得入，请以尽河西之地与秦。即以李克书曰：臣得力，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。秦谋公乃发兵送夷吾于晋。齐桓公闻晋内乱，亦虑诸侯如晋。秦兵与夷吾议至晋，其乃使席鹏会秦聚入夷吾，立为晋君，是为惠公。齐桓公至晋之高梁而还归。祝正义国语云：李克即披正使徒案移告公子仲耳于敌，曰：国乱民扰，得国在乱，治民在扰，子何入乎？祝正义父应配。祝正义审应审。杜预曰：姓侠吕，名宜生，字子荆。祝正义变臣子，即季瑞。祝即解甲回曰：汾水名汾阳，晋的也。所引案国语，命李克汾阳之田百万，令披正以赴蔡之田七十万。今此不言，亦其疏略也。惠公夷吾元年，使披正谢秦曰：使夷吾以河西的许君，今幸得入吏。大臣曰：帝者先君之弟，君王在外，何以得善许秦者？寡人真知福能得，故谢秦，亦不与李克汾阳议，而夺之权。四月，周襄王使周公祭父，会齐秦大夫共礼进惠公。惠公以仲耳在外，谓李克为辩。
四礼克死。谓曰：唯礼子寡人不得立。虽然，子亦杀二君一。大夫，唯子君者不亦难乎？礼克对曰：不有所废，君何以心？欲诛之，其无辞乎？乃言为此，臣闻命矣。遂伏剑而。PG 880。辞。于是批政使谢秦未还，故不及难。注籍解甲回曰：周卿事。注籍解夫前曰：西岐道子寻袭也。晋军改葬公太子申生。秋，胡突之下国，欲申生。申生与宰而告之曰：夷吾无礼，予得请于地，将以晋与秦。秦将死于。胡突对曰：臣闻神不识非其宗，君其四无乃绝乎？君其徒之。申生曰：诺，吾将复请地。后十日，新城西偏将有污者见我焉，许之，遂不见。及其而往，复见，申生告之曰：弟许伐有罪矣，必于韩。而乃遥曰：公太子更葬矣。后十四年，晋亦不昌，昌乃在凶。注籍解为昭曰：献公时申生葬不如礼，故改葬之。注籍解夫前曰：晋所灭国以为下邑，亦曰屈沃有宗庙，故谓之国，在向下，故曰下国也。注籍解杜预曰：忽如梦而相见。胡突本为申生欲，故复使登车。注籍解夫前曰：帝，天地，请罚有罪。注籍解左传曰：七日。注籍解杜预曰：将因乌以见。注籍解杜预曰：胡突许其言，申生之相一枚。注籍解甲回曰：必败也。韩，晋韩元。注所以更作也。更丧未改丧。延后十四年，晋不昌。批政使秦，闻李克诛，乃说秦谋公曰：吕审，戏称季瑞时为不从。若众怒与谋，出晋军入众耳，势必救。秦谋公许之，使人与归报晋，后怒三子。三子曰：必后言干。PG 881。此必批政卖我于秦。遂杀批政及李克，批政之党西于大夫。批政子报奔秦，言伐晋，谋公弗听。注所引左传作吕申。注籍解杜预曰：三子，晋大夫。不从，不与秦戮也。所引吕申。便称季瑞三子，晋大夫。注籍解为昭曰：其余申生下君之西大夫也。杜预曰：侯伯七命，复车七胜，惠公之力，被秦帝及李克诛其余大夫，国人不复。二年，周使赵公过礼晋惠公，惠公礼拒，赵公击之。注籍解为昭曰：赵武公为王卿士。注所引未受欲堕也。是建熙十一年。四年，晋击，启敌于秦。
牟公问百里奚，百里奚曰：天资流行，国家代有，旧资续邻，国之道也。与之。批正子。报曰：拔之。牟公曰：其君是恶，其民何罪？卒与素，自雍蜀将。著籍解服前曰：秦大夫。五年，秦姬请敌于晋，晋君谋之。庆政曰：以秦的利以而备其地曰：晋姬而秦待我，今秦姬请敌，与之何宜？而谋之。国舍曰：往年天以晋赐秦，秦服之取而待我，今天以秦赐晋，晋其可以逆天乎？遂拔之。惠公用国舍谋，不与秦素，而发兵且伐秦。秦大怒，亦发兵伐晋。注籍解杜预曰：庆政，晋大夫。PG 882。注籍解服前曰：国舍，惠公救。六年春，秦谋公将兵伐晋。晋惠公谓庆政曰：秦失身矣，奈何？政曰：秦内军，军备其路，晋击秦叔宿，秦击而晋备之，乃欲因其击伐之，其身不亦宜乎？晋不欲诱，庆政皆急。公曰：朕不孙，乃更令不阳玉容，加仆徒为诱，进兵。九月，壬戌，秦谋公、晋惠公合战韩原。惠公马至不行，秦兵至。公窘，召庆政为御。政曰：不用过，败不亦当乎？遂去。更令梁纣迷玉，国舍为诱，戮秦谋公。谋公壮士冒败。晋军败，遂失秦谋公，反获晋公以归。秦将以祀上帝。晋军解为谋公夫人，衰别涕泣。公曰：得晋侯将以为乐，今乃如此。且吾闻箕子见唐书，知出封曰：其后必当大矣，晋雍可灭乎？乃与晋侯盟王，臣而许之归。晋侯亦使吕沈等报国人曰：孤虽得归，无面。目见社稷，不日立子语。晋人闻之，皆哭。秦谋公问吕沈：晋国何乎？对曰：不和。小人惧失君王亲，不但立子。语曰：必报仇，宁是戎狄。其君子则爱君而知罪矣。待其命，曰：必报德。有此二故，不和。于是秦谋公更舍晋惠公，愧之其劳。十一月，归晋侯。晋侯治国，诸庆政，修政教。谋曰：种尔在外，诸侯多立内之，欲使人杀众尔于敌。众尔闻之，如其。注籍解为昭曰：申入晋，亦曰申有种。注籍解服前曰：孙沈。注籍解服前曰：二子，晋大夫也。注所引在弘邑下阳北二十里，今之韩城县市。P
PG 883住所引至阴竹二板，为马众而献之于泥。助阵亦为朝雨，良由泥大夫也。助及解服前曰：鹿引也。所引鹿因无驾板，邹旦因无额返。助及解杜预曰：冯翊临晋县东有王城，助阵亦君惠公也，亲父母也。言惧失君国乱，恐亡父母，不但立子与也。助阵亦小人言立子与为君之后，必报秦，终不是秦宁是戎敌耳。助阵亦愧因愧，一牛一羊一使为一劳。八年，使太子与执秦。初，惠公王在梁，梁国以其女妻之，生一男一女。梁国卜之，男为人臣，女为人妾，故名男为女，女为妾。助阵亦执因至。助及解服前曰：与人长养马臣之见者，不聘曰妾。十年，秦灭梁。梁国好土沟，至陈沟，名立霸苑。其悉数相今曰：秦寇至，民恐祸，秦尽灭之。助及解甲回曰：沟妾也。助阵亦罢阴皮。十三年，晋惠公病，内有庶子。太子与曰：吾母家在梁，梁今秦灭之，我外亲于秦，而内无援于国。君即不起，并待夫亲，更立他公子，乃谋与其妻俱王归。秦女曰：子一国太子，汝在此，秦始必子事，以故子之心。子亡矣，我不从子，亦不敢言。子与遂王归晋。十四 ，PG 884。年九月，惠公卒，太子与立，是为怀公。助及解服前曰：屈礼曰，是父以下自称婢子，婢子妇人之卑称。子与之亡，情愿之，乃求公子重耳，欲内之。子与之立，为秦之法也，乃令国中诸从重耳亡者与其，其尽不道者尽灭其家。胡突之子毛吉眼从众耳在秦，弗肯召。怀公怒，求胡突。突曰：臣子是众耳有年数矣，今召之，是交之反君也，何以教之？怀公促杀胡突。秦谋公乃发兵送内众耳，使人告完，系之党为内应，杀怀公于高梁，入众耳。众耳立，是为文公。助阵亦栾之，殿胡之属也。晋文公众耳，晋献公之子也。自少好事，年十七，有贤士。五人曰赵衰，胡衍就范，文公就也，贾佗、先轸为五子。自献公为太子时，仲耳不以成人矣。献公即位，仲耳年二十一。献公十三年，以离姬故，仲耳被胡臣守秦。献公二十一年，献公杀太子申生，离姬缠之，恐不辞献公而守胡臣。
献公二十二年，献公使患者与堤去杀众耳，众耳于原，患者逐斩其衣躯，众耳遂奔敌，敌其母国也。是时众耳年四十三，从此武士其余不明者数十人，至敌住所引及左传之伯堤，亦约四人披也。敌伐就如得二女，以长女妻众耳，生伯条、叔流，以少女妻赵衰，生顿。居敌五岁而进献公卒，李克以杀西齐，道子乃使人迎，欲立众耳。众耳未杀，因故谢，不敢入。以而进更迎其弟夷吾。PG 885。立之，是为惠公。惠公七年，为众耳，乃使患者与堤与壮士欲杀众耳。众耳闻之，乃谋赵衰等曰：“使吾奔敌，非以为可用。欲以进一通，故且修足。修足久矣，故愿喜之大国。”夫其桓公好善，志在霸王，收续诸侯。今闻管仲其朋死，此亦欲得先左，何往乎？于是遂行。仲耳谓其妻曰：“待我二十五年不来，乃嫁。”其妻笑曰：“况二十五年，无疑上伯大矣。虽然，妾哉。”子仲耳居敌凡十二年而去。注集解甲回曰：“赤敌之别，回信所引赤敌之别种也，回信也。”就应高邹旦本作屈辱，又云或作求注正一直流反。注所引左传于拔色就如或其二女，以书魁妻赵衰生顿，公子取季魁，生伯条、叔流，则叔魁长而季魁少，乃不同也。注所引语音于朱本或为心，心起也，非敌可用，心起故奔之也。注所引况有理也。注正义度欲云：“言将死入墓也，不复成嫁也。”过谓魏文公不理，去过五路，饥而从野人乞食也。人甚吐气中尽之，众耳怒。赵衰曰：“吐者有吐也，君其败受之。”注即解甲回曰：“未必。”杜预曰：“今魏县西北有地，名五路，阳平原城县东亦有五路。” PG 886。至其齐桓公厚礼，而以宗女妻之，有马二十乘，众耳安之。众耳至其二岁而桓公卒，会数刀等为内乱，其孝公之力。诸侯兵数至，留其凡五岁。众耳爱其女，无去心。赵衰就范，乃于桑下谋行。其女侍者在桑上闻之，以告其主。其主乃杀侍者，劝众耳去行。众耳曰：“人生安乐，孰知其他？必死于此，不能去。”其女曰：“子一国公子，穷而来此，数世者，
以子为命。子不及反国，报劳臣，而怀女德，妾为子修之。且不求何时的功，乃与赵衰等谋，遂众耳载一心，行远而绝。众耳大怒，引戈欲杀就范。就范曰：“杀臣臣子，也之愿也。”众耳曰：“事不成，我食就是之肉。”就范曰：“事不成，饭肉心骚，何足食？”乃至遂行。注及解夫前曰：“惧孝公怒，故杀之以灭口。”注及解徐广曰：“亦云，人生一世，必死于此。”过曹，曹共公不礼，欲观众而骈邪。曹大夫离父姬曰：“晋公子贤又同姓，穷来过我，奈何不礼？”共公不从其谋。父姬乃思一众耳食，致毙其下。众耳受其食，还其毙。去，过宋。宋襄公心困兵于楚，伤于洪，闻众耳贤，乃以国礼礼于众耳。宋司马公孙固善于就范曰：“宋小国心困，不足以求入，更知大国，乃去。著所引以国君之礼礼之也。”过郑，郑文公服礼。郑叔瞻见其君曰：“晋公子贤，而其从者皆国乡，且又同姓。郑之出自厉王，而晋之出自武王。”郑君曰：“诸侯王公子过此者兮，安可敬礼？”叔瞻曰：“君不礼，不如杀之，且后为国患。”郑君不听。 PG 887。众耳去之楚，楚成王以示诸侯礼待之，众耳谢不敢当。赵衰曰：“子王在外十余年，小国亲子，况大国乎？今楚大国而故欲子，子其无让，此天开子也。”遂以客礼见之。成王后遇众耳，众耳甚悲。成王曰：“子即反国，何以报寡人？”众耳曰：“羽毛尺角玉帛，君王所余，未知所以报。”王曰：“虽然，何以报不古？”众耳曰：“即不得已，与君王矣。”兵车会平原广泽，请辟王三舍。楚将子欲怒曰：“王欲进，公子至后，今众耳言不遵，请杀之。”成王曰：“晋公子贤而困于外久，从者皆国戚，此天所至，庸可杀乎？且言何以易之？”居楚数月，而晋太子与王秦，秦怨之，闻众耳在楚，乃召之。成王曰：“楚远，更属国乃至晋。秦晋皆晋，秦君贤，子其免。”行，后送众耳。著所引是因敌。著即解甲回曰：“司马法从遁不过三舍。”三舍，九十里也。著所引子欲请杀众耳，楚成王不许，言人出言不可轻易之。众耳至秦，谋攻以宗与五人欺众耳，故子与妻与往。众耳
不欲受。司空季子曰：其国且伐，况其故欺乎？且受以节。秦亲而求入，子乃居小礼，望大丑乎？遂受。谋公大欢，与众而饮。赵衰歌属苗师。谋公曰：之子欲及反国矣。赵衰与众而下，再拜曰：孤臣之养君，如百谷之望食矣。是时晋惠公十四年秋，惠公以九月卒，子于立。十一月葬惠公。十二月，晋国大夫栾系等闻仲耳在秦，皆因来劝仲耳。PG 888。赵衰等反国，为内应甚息。于是秦谋公乃发兵与仲耳归晋。晋闻秦兵来，亦发兵拒之。然皆因之公子仲耳入也，为惠公之故。贵臣吕系之属不欲立仲耳。仲耳出王凡十九岁而得入，时年六十二矣。晋人多复焉。注籍解服前曰：虚臣就晋也。注籍解为昭曰：诗云蓬蓬属苗，阴雨高之。注正义吕生细锐也。文熙元年春，秦送仲耳至河。就范曰：臣从军周旋天下，过亦多矣。臣犹知之，况于君乎？请从此去矣。仲耳曰：若反国，所不与子范共者，何伯视之？乃投毕河中，以与子范盟。是时介子推从，在船中，乃笑曰：天时开公子，而子范以为己功而要事于君，故足羞也。吾不忍与同位，乃自引渡河。秦兵为令狐，进军于卢柳。二月辛丑，就范与秦晋大夫盟于寻。人迎仲耳入于晋师，丙午入于曲沃。丁未，朝于武公，即位为晋君，是为文公。于臣皆往。怀公与奔高梁。戊申，使人杀怀公。注所引是由见也。注籍解为昭曰：卢柳，晋的也。注籍解杜预曰：解县西北有荀城。所引殷徐，即闻王之子所封，又殷桓。注籍解贾逵曰：文公之祖武公庙也。怀公故大臣吕审细锐本不复文公，文公立恐诛，乃欲与其图谋烧公公，杀文公。文公不知，使常欲杀文公患者吕低，知其谋，欲以告文公，解前罪，求见文公。文公不见，使人让。PG 889。曰：仆臣之事，女斩与屈。其后我从敌军列，女为惠公来求，杀我。惠公与女其三日至，而女一日至，何素也？女其念之。患者曰：臣刀具之余，不敢以二心事君被主，故得罪于君。君以反国，其无仆敌乎？且管仲设钩，桓公以罢。今行于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见，
惑，又切及矣。于是见之，遂以吕、系等告文公。文公欲召吕、系、吕、系等党多，文公恐出入国，国人卖己，乃为为行贿。秦谋攻于王城，国人莫之。三月己丑，吕、系等果反，焚公。公不得文公。文公之为徒与战，吕、系等引兵欲奔秦谋攻，又吕、系等杀之和尚，晋国复而文公得归。夏迎夫人于秦，秦所与文公妻者促为夫人。秦送三千人为魏，以备晋乱。著所引杜预云：冯异临晋县东有故王城，今名武乡城。文公修镇，施惠百姓，赏从王者及功臣，大者封邑，小者尊爵。魏晋行赏，周襄王以弟代南出居镇的来告急晋。晋出定，欲发兵，恐他乱起，是以赏从王位置引者借自推。推亦不言路，路亦不及。推曰：献公子九人，为君在矣。会怀无亲，外内弃之，天未绝境，必将有主。主尽四者，非君而谁？天时开之，二三子以为吉利，不亦呜呼？窃人之财，犹曰是道，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利乎？下冒其罪，上赏其奸，上下相攻，难与处矣。其母曰：何意求之？以死谁对？推曰：由而笑之，罪有甚焉。且出怨言，不食其禄。母曰：亦使知之，若何？对曰：言生之文也，生欲隐，安用闻之？闻之是求显也。其母曰：能如此乎？与女偕隐，至死不复见。 PG 890。注及解夫前曰：蒙妻也。介子推从者怜之，乃玄书公门曰：龙欲上天，五蛇为辅。龙以身于四蛇各入其羽，一蛇独怨，终不见处所。文公出见其书曰：此介子推也。吴方幽王室未图其功，使人召之，则亡。遂求所在，闻其入挠上山中，于是闻公还挠上山中而封之，以为介推田，号曰介山，以记无过。且今善人住所引龙欲众耳，五蛇及五臣，五眼照衰位五子，司空季子及子推也。就与五臣有先枕颠邪，惊恐二人非其数。注及解甲魁曰：挠上禁地。杜预曰：西河介休，县南有地名挠上。注及解徐广曰：一座国。注及解甲魁曰：今表也。从王建成胡书曰：君三行赏，赏不及臣，敢请罪。问公报曰：夫导我以仁义，防我以德惠，此受上赏。辅我以行，促以成立，此受次赏。
矢石之难，汗马之劳，此复受赐赏。若以力是我而无补无缺者，此复受赐赏。三赏之后，故且及。子晋人闻之，皆说。二年春，秦军和尚将入王。赵衰曰：“求霸莫如入王。”尊周。周晋同姓，晋不先入王，后秦入之，无以令于天下。方。今尊王，晋之资也。三月甲辰，晋乃发兵至阳樊，为温。入襄王于周。四月，杀王帝代。周襄王赐晋河内阳樊之地。注所引晋的也。注及解服前曰：阳樊，周地。阳，一名也，樊仲山之。PG 891。所居，故曰阳樊。四年，楚成王及诸侯为宋，宋公孙固如晋告急。先诊曰：报师定霸，于今在矣。胡衍曰：楚兴得曹而出昏于魏，若伐曹魏，楚必救之，则宋免矣。于是晋作三军。赵衰举系胡将中军，系真左之，使胡衍将上军，胡毛左之，命赵衰为卿，栾之将下军。先诊左之，荀林父玉荣，魏灿为右，往伐。冬十二月，晋兵先下山东，而以元封赵衰。注及解杜预曰：报宋赠马之师。注及解王肃曰：使父成国之礼，半周君也。注及解贾逵曰：栾之，栾兵之孙。注镇义灿，昌有反，又因守。注及解杜预曰：河内沁水县西北有元城。五年春，晋文公欲伐曹，假道于魏，魏人弗许。还自河南。杜清曹伐魏。正月，取五路。二月，晋侯齐侯盟于敛舆。魏侯请盟晋，晋人不许。魏侯欲与楚，国人不欲，故出齐军。以说晋。魏侯居襄牛，公子买守卫。楚就魏，不促。晋侯为曹。三月丙午，晋师入曹，数之以其不用离父积言，而用美女陈宣者三百人也。令君无入西腹肌宗家以报德。楚为宋，宋复告及晋。文公欲救则公楚，为楚常有德，不欲伐也，欲事宋。宋又常有德于晋，患之。先诊曰：执曹伯，分曹魏的矣。与宋、楚及曹魏，其事一事宋。于是文公从之，而楚成。王乃引兵归。注及解杜预曰：魏的也。注及解服前曰：魏的也。PG 892。注及解徐广曰：宜作甚。注所引晋若攻楚，则伤楚子宋其入秦之德，又欲事宋不就，乃亏宋公赠马之惠。进退有难，是以患之。注所引楚出的曹，又新婚于魏，今晋执曹伯分曹魏之的与宋，
则楚及曹魏，其事一世宋。楚将子玉曰：王欲进至后，今知楚及曹魏而不伐之，是亲王。王曰：晋侯王在外十九年，困日久矣，果得反国，险恶尽知之，能用其名，天之所开，不可当。子玉请曰：非敢必有功，愿以贤侄谗特之口也。楚王怒，少与之兵。于是子玉使宛春告晋，请复魏侯而封曹，臣亦侍宋。九，范曰：子玉无礼矣，君取一，臣取二，勿许。先轸曰：定人之谓礼。楚一言定三国，子一言而亡之，我则无礼，不许。楚是弃宋也，不如私许曹魏以诱之。指宛春以怒楚，既战而后屠之。晋侯乃求宛春于魏，且私许复曹魏。曹魏告绝于楚，楚的臣怒，即晋师，晋师退。君立曰：为何退？文公曰：其在楚，曰退三舍，可备乎？楚师欲去的，臣不肯。四月戊辰，宋公齐将秦将与晋侯刺臣仆。己巳，与楚兵合战，楚兵败，得臣收于兵去。甲午，晋师还至，恒雍作王公于建土。注己解服前曰：子玉非敢求有大功，但欲直伪假谗特之口，谓子玉过三百胜不能入也。杜预曰：直犹赛也。注己解甲回曰：宛春，楚大夫。注己解为昭曰：君，文公也。臣，子玉也。一位是宋，为二位复曹魏。PG 893。注己解为昭曰：怒楚，令必战。注己解杜预曰：须胜复决，乃定计。注己解的臣及子玉。注所引成功王臣。注所引国归附。注所引小子义也。注己解甲回曰：魏的也。注己解杜预曰：恒雍，朕的，今荥阳卷县也。注己解服前曰：既败楚师，襄王自往陵建土，赐命晋侯。晋侯闻而为之作功。所引杜预云建土，朕地然据此文。晋师还至恒雍，恒雍在河南也。故刘氏云建土在河南。下文建土在河北，今元城县西有建土，亦亦或然也。初，镇驻楚，楚败，惧，使人请盟晋侯。晋侯与镇伯盟。五月丁未，献楚服于周，四界百城，屠兵千。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国，赐大陆，同公十百，卢公十千，俱畅。亦有归赞虎奔三百人。晋侯三辞，然后稽首受之。周作晋文侯命王若曰：复议和，披显文武，能胜明德。昭登于上，不闻在下，为时上帝即决命于文武。续正，生计与一人永其在位。
于是晋文公称伯，癸亥，王子虎蒙诸侯于王庭，助正义服阴服求也。助己解服前曰：四箭四马备甲也，徒兵不促也。助己解甲回曰：王子虎周大夫。助己解甲回曰：大陆金陆同公是卢公黑也。诸侯赐公使，然后征伐。正义同图东反。卢阴卢。PG 894。助己解甲回曰：惧黑鼠唱香酒也。所以降神。有器名诸侯赐归赞，然后为唱。助己解甲回曰：天子促曰虎奔。助己解甲回曰：稽首守至地。助己解恐安国曰：同姓故称曰父。马荣曰：王。舜曰：父能以义和我诸侯。所引案尚书文侯之命是平王命。晋文侯仇之语，今此文乃襄王命文公众耳之事，代数玄格虚策权乖。太史公虽复弥逢左氏，而系家伙一时有枢纽。裴氏及解亦引孔马之助，而都不言时代乖角，何习弥儿同罪也。然继平王至襄王为七代，仇至重耳为十一代，而十三侯。又平王元年至鲁西二十八年，当襄二十年，为一百三十余岁矣。学者果何讨论之？而刘伯庄以为盖天子命尽同此一词，犹非也。助己解恐安国曰：文王武王能降圣，且用明德。助己解马荣曰：昭明也，上为天，下为人。助己解恐安国曰：唯以事故即成其王命，得留子孙。助己解恐安国曰：当忧念我身，则我一人长安王位。助己解服前曰：王庭建土也，所引服氏之王庭氏。建土者，据二十八年五月，公会晋侯，蒙于建土，又此上文。四月甲午，作王公于建土，王庭即王公也。晋焚楚军，火数日不息，文公叹。左右曰：圣楚而君游，忧何？文公曰：吾闻能战胜安者为圣人，是以惧。且子欲游在，庸可喜乎？子欲之败而归，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。贪与进战，让则子欲，子欲自杀。晋文公曰：我及其外楚，诛其内，内外相应。于是乃喜。六月，晋人复入魏侯。壬午，晋侯渡河北归国。行赏吴偃为首。或曰：臣仆之事，先轸之谋。文公曰：臣仆之是，演说我无失信。先轸曰：君事甚为幼，吾用之以慎。然。PG 895。此一时之说，演言万世之功，奈何以一时之力而加万世功乎？是以先之。冬，晋侯会诸侯于温，欲律之朝周。
力未能，恐其有叛者，乃使人言周襄王受于河阳。人生遂虑诸侯朝亡于建土。孔子读《史记》至文公曰：“诸侯无赵王，王受河阳者，春秋会之也。”注所引案《左氏传》：五月，蒙于建土，冬，会诸侯于温。天王受于河阳，人申攻朝于王所。此文亦说东朝于王当合于河阳温的，不合取五月建土之文。丁丑，诸侯为许。曹伯成或说晋侯曰：“齐桓公合诸侯而国异姓，今君为贵而灭同姓。”曹叔振铎之后，晋唐叔之后，合诸侯而灭兄弟，非礼。晋侯说父曹伯，于是晋始作三行：荀林父江中行，先胡江右行，先灭江左行。注集解夫前曰：辟天子六军，故谓之三行。注所引左传土及江右行，与此异。注集解杜预曰：三行无左，一大夫帅也。所引据左传荀林父病事亲而云大夫帅者非也，不治左者当必天子也。或新至三行，官位备耳。七年，晋文公秦谋公共为政，以其无礼于文公王过时，即臣仆时政助处也。为政欲得舒瞻，舒瞻闻之自杀。政持舒瞻告晋，晋曰：必北郑君而甘心焉。郑恐，乃遣令使谓秦谋公曰：王郑后晋，于晋的矣。 PG 896。而秦魏为利，君何不解郑，得为东道交？秦伯说罢兵，晋亦罢兵。注所引时谓烛之武，注所引交友好也。朱本及左传皆作主。九年冬，晋文公卒，子襄公欢立。是岁郑伯亦卒。郑人或卖其伯于秦，秦谋公发兵往袭郑。十二月，秦兵过我交。襄熙元年春，秦师过周，五里，王孙奋击之，兵至华。郑虎人衔高将士于周，遇之，以十二牛劳秦师。秦师惊而骸，灭华而去。注郑义左传云：秦进伐郑，烛之武说秦师罢。今其子冯孙杨孙三代服戍郑，其子自郑始告于秦曰：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，若前师以来，国可得也。晋先诊曰：秦伯不用简书，反其悉心，此可及。乱之曰：为报先君师于秦，及之不可。先诊曰：秦无无辜，伐无同姓，何得之报？遂及之。襄公莫衰别。四月，拜秦。师于尧，鲁秦三江孟明氏西起蜀白以丙以归。岁末以葬文公。文公夫人秦女，谓襄公曰：秦欲得其三江入之，
公许遣之。先者闻之，谓襄公曰：“患身矣。”朕乃追秦将，秦将渡河，已在船中，顿首谢，猝不返。祝姬解甲回曰：“莫变凶。”杜预曰：“以凶服从容，故莫之。”祝姬解服前曰：“非礼也。”杜预曰：“既礼所由变也。”后三年，秦国使孟明伐晋，报尧之败，取晋汪以归。四 ，PG 八百九十七年，秦谋攻大兴，兵伐我，渡河，取王关，封尧师而去。晋恐不敢出，遂陈守。五年，晋伐秦，取新城，报王关一也。著所引案，左传文二年，秦孟明氏伐晋，报尧之意，吴取晋汪之事。又其年冬，晋先且居等伐秦，取汪彭衙而还，则汪是秦邑，只可晋伐秦取之，岂得秦伐晋而取汪也？或者晋先取之秦，今伐晋而收汪，是汪从晋来，故云取晋汪而归也。彭衙在河阳北，汪不知所在。助正义扩地志云：王关故城在同州城城县西北六十里。左传文公三年，秦伐晋，取王关，即此。先言渡河，使文颠倒耳。助即解服前曰：秦义心所作城也。六年，赵衰臣子栾贞子就季子范霍伯接促赵盾，待赵衰执政。祝姬解甲回曰：栾贞子，栾之也。霍伯先且居也。七年八月，襄公卒，太子宜高赏，晋人以南固，欲立长居。赵盾曰：立襄公弟雍，好善而长，先君爱之，且敬于秦，秦故好也。立善则固，事长则顺，奉爱则孝，节就好则安。贾季曰：不如其弟乐。臣迎毕于二君，立其子，民必安之。赵盾曰：臣迎见，班在九人下，其子何政之有？且为二君必迎也。为先君子，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，辟也。母迎子辟无威，臣小而远，无缘，将贺可乎？使事会如秦，迎公子雍。贾季亦使人召公子乐于城，赵盾废贾季，以其杀羊。处父十月，葬襄公。十一月，贾季奔敌。是岁，秦谋攻邑。卒。祝姬解服前曰：晋国数有患难。PG 八百九十八。祝姬解服前曰：臣迎怀迎也。二君怀公文公。祝姬解服前曰：班四也。祝姬解甲回曰：朕威也。祝朕亦乐文公子也。祝朕亦辟辟亦反。言乐辟隐在臣而远无远也。祝姬解案，左传此时贾他为太师，杨处父为太傅。
灵犀元年四月，秦康公曰：“齐文公之入也无畏，故有吕系之患，乃多与公子拥卫。太子母谋迎日夜报太子以好气于朝，曰：‘先君何罪？其嗣亦何罪？舍事而外求君，将安至此？’出朝，则报以事赵盾所。盾守曰：‘先君奉此子而属之子。’曰：‘此子才，吾受其赐；不才，吾怨子。今君促言犹在耳，而弃之，若何？’赵盾与诸大夫皆患谋淫，且畏诸，乃被所淫而立太子夷高，是为灵公。发兵以拒秦宋公子雍者，赵盾为将，往及秦，败之，令狐先灭，遂会王奔秦、丘、齐、宋、魏、郑、曹、许军皆会赵盾，盟于户，以灵公出力故也。注籍解符前曰：此太子。注籍解王素曰：愿其教导不至也。注籍解杜预曰：在宣子之耳。注籍解杜预曰：正地荥阳卷县西北有故亭。四年，伐秦，取少梁，秦亦取晋之淆。六年，秦康公伐晋，取鸡马，晋侯怒，使赵盾、赵川、细缺及秦，大战河曲，赵川最有功。七年，晋六卿患随会之在秦，常为晋乱，乃降令魏授予反晋将秦。秦使随会之位，因执会以归晋。注籍解徐广曰：年表云北征也，所引徐云年表曰征。然按左传，文十年春，晋人伐秦，取少梁。夏，秦伯伐晋，取。PG 899。北征，北征即年表之征。今云小者，字物也。征阴沉，亦平易。知县名。八年，周请望东，公卿争权，故不复。晋使赵盾以车八百乘平中乱而立匡王。是年，楚庄王初即位。十二年，齐人弑齐军一公。注所引案《春秋鲁文》十二年，请望东、周公越与王孙苏真正故不复，是也。注所引文十四年传又云：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桀，资于诸不克，乃还。而周公越与王孙苏送于晋，赵宣子平王室而复之，则以车八百乘，自是宣子纳诸桀资，不关王是之事，但闻相连耳，多恐是误也。十四年，灵公壮使后脸以雕墙，从台上旦人观其必完也。宰夫而雄凡不熟，灵公怒，杀宰夫，使妇人持其尸，出弃之，过朝。赵盾随会遣属谏，不听，以右谏死人首。二人前谏，随会先谏，不听。灵公患之，使诸尼刺赵盾。盾归，门开，居处结，诸尼退，叹曰：“
杀忠臣，弃君命，罪亦也。遂处数而死。注籍解甲回曰：雕化也。注籍解符前曰：凡熊掌，其肉难熟，正义而因而凡因凡。注籍解甲回曰：租泥尽力士，正义租因除泥因米。注籍解杜预曰：赵遁庭树也。初，遁长田守山，见桑下有恶人，恶人是伊名也。遁与之食，食其饭，问其故，曰：患三年，未知母之存不，披之九百，愿以母。遁一之，亦与之饭肉，以而为晋宰夫。赵遁弗复之也。九月，晋灵公引赵遁酒，扶甲将公遁。公宰士逼民知之，恐遁罪不能起，而晋曰：君赐臣商三行，可以罢。欲以去赵遁，令先无极难。遁既去，灵公服侍未会，先纵猎狗，名敖，名为遁搏杀狗。遁曰：弃人用狗，虽猛鹤为然，不知名之为因得也。以而灵公纵服侍出逐赵遁，是咪名反吉林。公之服侍，服侍不能进，而进脱遁。遁问其故，曰：我桑下恶人。问其名，弗告。名亦因亡去。注籍解徐广曰：蒲坂县有雷守山，注所引邹旦云是咪为其迷也，即左传之提迷名也。提因是以反，刘氏亦因其为实以反，则其提二字同音也。而此史记作是者，是及周礼古本的神曰止，皆作是字。邹为其者，盖有止提音相近，字遂变为其也。咪音米以反，以咪为迷，亦因相近耳。又左是桑下恶人是邻者也，其是咪名，是叟敖者也，其人弃而死。今何二人为一人？非也。注籍解符前曰：患患学士也。注所引如字，注所引纵，足用反。又本作叟，又作促，痛诉后反。注籍解何修曰：犬四尺曰敖。注籍解符前曰：不忘报。遁遂奔，未出晋境。乙丑，遁困地将军赵川袭杀灵公于陶元而迎赵遁。赵遁素贵，得名和，灵公少，使名不复，故为是义。遁重定。晋太史董狐书曰：赵遁是其君，以示于披之九百零一朝。遁曰：是者赵川，我无罪。太史曰：子为正卿，而王不出晋，反不诸国乱，非子而谁？孔子闻之曰：董狐古之良史也，书法不隐。宣子梁大夫也，为法受恶其也，出江乃免。
注即解于翻曰：原名也。注所引以吃饭。注即解度欲曰：不饮顿之罪。注即解服前曰：闻义则服。度欲曰：善其为法受。屈也。正义为与违犯。注即解度欲曰：越近则君臣之义绝，可以不讨贼也。赵混使赵川迎襄公弟黑豚于周而立之，是为成功。成功者，文公少子，其母周女也。人生朝于武功。成熙元年，赐赵氏为公族。伐郑，郑被晋故也。三年，郑伯出力，复晋而弃楚。楚怒，伐郑，晋往救之。注即解服前曰：公族大夫也。六年，伐秦，鲁秦将逝。注所引赤及赤，谓赤后之人也。按宣八年左传，晋伐秦，获秦牒，杀诸将士。盖彼牒及此赤也。晋成公六年为鲁，宣八年镇同，故之然。七年，成公与楚庄王争强，会诸侯于户。臣谓楚，不会。晋使中行桓子伐陈，因就郑与楚战，败楚师。是年，成功。卒，子晋公据立。注所引荀林赋也。PG 902。景熙元年春，陈大夫下征书事齐军临公。二年，楚庄王伐陈，诛征书。三年，楚庄王为郑，郑告急晋。晋使荀林赴江中军，随会江上军、赵朔江下军、细客、栾书、仙狐、韩厥、巩硕佐之。六月，至河。文楚以扶郑，郑国肉袒与盟而去，荀林赴遇骸。仙狐曰：凡来救郑，不至不可，将欲离心。卒渡河。楚以扶郑，欲引马于河为名而去。楚与晋军大战，郑心复楚，未知反助楚攻晋。晋军败，走河争渡，船中人只剩西。楚虏我将，至阴归而临赋曰：臣为都将，军败当诛，请死。景公欲许之。随会曰：习文公之与楚战臣服，臣亡归杀。子欲而文公乃喜。今楚已败我师，又诛其将，是助楚杀仇也。乃至四年，仙狐以首计而败晋军河上，恐诛，乃分敌，与敌谋，伐晋。晋绝，乃卒胡。胡，先轸子也。五年，伐郑，为助楚故也。是时楚庄王强以挫晋兵河上也。六年，楚伐宋，宋来告急晋，晋欲救之。伯宗谋曰：楚天方开之，不可当。乃使解阳代为救宋，郑人止矣。楚，楚后赐，使反其言，令宋急下。解阳代许之，促至晋军言。楚欲杀之，或见乃归解阳。注即解甲回曰：伯宗，晋大夫。
注及解夫前曰：解阳，晋大夫。七年，晋使随会灭赤狄。八年，使细客于齐。齐请公武从楼上观而笑之，所以然者。细客楼而鲁使见，未食鸟，故其亦令人如之以道客。细客怒。PG 903。归至和尚曰：不报其者，何博士之？治国请君欲伐其。景公问之其故，曰：子之愿安足以反国。夫听谓文子请老修辟细客，客执政。九年，楚庄王卒。晋伐齐，齐使太子强为执于晋，晋兵罢。十一年春，齐伐鲁，取龙。鲁告即位，魏与鲁皆因细客告急于晋。晋乃使细客栾书、韩厥以兵车800乘与鲁、魏共伐齐。夏，与顷公战于泽，商困顷公。顷公乃与其右翼卫夏取引，以得脱去。其师败走，竟追北至齐。顷公献宝器以求平，不听。细客曰：必北萧同侄子为侄。其使曰：萧同侄子，请公武，请公武由晋军武，奈何必得之？不义，请复战。晋乃许与平而去。著所引刘氏云：龙即龙也，鲁北有龙山。又此年当鲁成二年，经书齐侯伐我北壁，传曰为龙。又邹旦即别。本作听，字听当作韵。文十二年，季孙秦复率师成诸。即韵注曰：听即韵也，自变耳。地理志云在东关县东也。注所引左传作叔子。楚申公乌程到夏姬以分晋，晋以乌程为行大夫。注即解甲回曰：行，晋义。十二年冬，齐请公如晋，欲上尊晋景公为王，景公让不敢。晋使作六卿、君、韩厥、巩硕、赵川、荀追、赵括、赵瞻皆为卿，至因自除归。注即解甲回曰：初作六君，见王也。注所引殷家，是文子。十三年，鲁成公朝晋，晋服晋，鲁怒去，被晋。晋伐阵。PG 904。取范。十四年，梁山崩。问伯宗，伯宗以为不足怪也。注即解公羊传曰：梁山，和尚山。杜预曰：在崩，亦下阳县北也。注即解徐广曰：年表于伯宗以其人，用其言。十六年，楚将子反怨乌程，灭其族。乌程怒，以子反书曰：必令子罢于奔命。乃请使吴，令其子为吴行人，叫吴乘车用兵。吴进使通曰：伐楚。十七年，诛赵同、赵括，卒灭之。韩厥曰：赵衰，赵顿，知公岂可忘乎？奈何厥嗣。
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，复与之。乙十九年夏，景公病，立其太子寿曼为君，是为立功。后月，于景公卒。立熙元年，初立欲和诸侯，与秦桓公家和而盟，归而秦。被盟与狄谋伐晋。三年，使与相让秦，因与诸侯伐秦，至今败秦于麻遂。鲁齐将陈产著集解甲魁曰：吕襄，晋大夫。五年，三系产伯宗，杀之。伯宗以好直见得此祸，国人以事不复立功。著集解甲魁曰：三系，系义，系粲，系智也。六年春，正被晋与楚盟，晋怒。栾书曰：不可以当无事而失诸侯，乃发兵。PG905。立功自将，五月渡河。闻楚兵来救，范文子请公御骸。系至曰：发兵诛逆，见强辟之，无以令诸侯。遂与战。癸巳，射中楚共王墓，楚兵败于鄢陵。子反收于兵，抚循欲复战，晋患之。共王召子反，其侍者数养蛊敬酒，子反醉，不能见。王怒，让子反，子反死。王遂引兵归。晋由此威诸侯，欲以令天下求霸。注集解徐广曰：鄢，一座鄢。夫前曰：鄢陵，镇之东南的也。所引鄢因衍，又于连反。立功多外必击，归欲进去于大夫而立诸姬兄弟，宠姬兄。曰：虚同常与细致有怨，及栾书又怨细致不用其计，而遂败楚。乃使人前谢楚。楚来诈立功曰：鄢陵之战，时至赵楚欲作乱，内子周立之，会与国不惧，是以事不成。立功告栾书。栾书曰：其待有矣。愿公事使人之周围考之。果使细致于周。栾书又使公子周见细致，细致不知见脉也。立功厌之，信然，遂愿细致，欲杀之。八年，立功烈与姬隐，细致杀石凤，晋患者夺之，细致射杀患者。公怒曰：季子期与将诛三系，未发也。细以欲公公曰：我虽死，公亦病矣。细致曰：信不反君，志不害民，永不作乱。失此三者，谁与我？我死耳。十二月壬午，公令虚同以兵八百人袭攻杀三系。虚同因以结栾书，中行演于朝曰：不杀二子，患必及公。公曰：一旦杀三卿，寡人不忍一也。对曰：人将忍君。公弗听，谢栾书等以诛系事罪，大夫重病。二子顿首曰：幸甚幸甚。公使虚同为卿。
闰月乙卯，立公游将离世，栾书中行演以其党席补立功，求之杀虚同，而使人迎公子周。PG 906。于周而立之，是为道公。注集解左传曰：栾书欲呆楚师退而及之，系至云楚有六贤，不可失也。注集解于翻曰：周经师注所隐患者孟章也。注集解杜预曰：公反以为系至夺食也。注集解杜预曰：人未书也。注集解贾回曰：将离世，境外必大夫在意者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一座丘。到西元年正月庚申，栾书中行演示立功，葬之以一乘车。立功求六日死，死十日庚午，至因迎公子周来，至将行基与大夫蒙而立之，是为道公。辛巳，朝武公。二月乙酉，即位。注集解左传曰：葬之于义东门之外也。注集解杜预曰：言不以君礼葬也。诸侯葬车七乘。道公周者，其大富节，晋襄公少子也，不得立，号为桓叔。桓叔最爱。桓叔生会伯谈，谈生道公周。周之立，年十四矣。道公曰：大富富皆不得立而辟难于周，克死焉。寡人自矣。疏远无己为君。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会立桓叔之后，赖宗耀大夫之灵的奉敬祀，岂敢不战战乎？大夫其义左寡人。于是逐不成者七人，修旧宫，施德惠，收文公入十宫城后，秋伐郑。郑失败，遂至城。注所引及因记，未忘也。三年，晋会诸侯。道公问于臣可用者，其系举解乎？解。PG 907。胡系之仇。复问，举其子其武。君子曰：其系可谓不党矣。外举不引仇，内举不引子。方会诸侯，道公必扬干乱行。为将怒其仆。道公怒，或见公，公促贤将，人之政，使和。荣，荣大亲父。十一年，道公曰：自无用为将，九合诸侯。何戎狄，为子之利也。赐之乐，三让乃受之。东，秦取。我立。注所隐于则也。注集解贾回曰：行，臣也。注集解贾回曰：仆，欲也。注集解夫前曰：九合，一位会于妻，二会臣弟旧臣，三会于燕，四会于行丘，五同盟于系，六会于扎，七数正虎牢，八同盟于伯城北，九会于萧鱼。注所引阴历，是历云在河北的阙。十四年，晋十六卿欲诸侯伐秦，渡荆，大败秦军，至玉林而去。十五年，道公问智伯于师旷。师旷曰：为人义为本。东，
道公卒子平公标立。平西元年，伐齐，齐灵公与战泥下，齐师败走。晏婴曰：“君亦无勇，何不止战？”遂去。晋追，遂为临淄，晋烧屠齐。郭忠东至交，南至夷，齐皆城守，晋乃引兵归。注集解徐广曰：“迷一座立，所引刘氏迷因梅，其反即迷清也。”六年，鲁襄公朝晋，晋栾逞有罪，奔齐。八年，齐庄公为遣栾逞于曲沃，以兵随之。齐兵上太行，栾逞从曲沃中反齐，入将，将不戒，平公欲自杀，范献子指公，以其屠及逞，逞败。PG 908。走曲沃，曲沃攻逞，逞死，遂灭栾氏宗。逞者，栾叔孙也。齐入将，与魏氏谋。齐庄公闻逞败，乃还，取晋之朝歌去，以报临淄之意也。注集解左传逞作营。十年，齐崔注视齐军庄公，晋因其乱，伐败齐于高唐去，报太行之意也。十四年，吴延龄继子来使，与赵文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语曰：“晋国之政，促归此三家矣。”十九年，齐使晏婴如晋，与叔相语。叔相曰：“晋既是也，公后复为台池而不恤政，政在司门，岂可久乎？”晏子然之。二十二年，伐晏。二十六年，平公卒，子昭公一立。昭公六年卒。六卿强，公室卑，子请公去吉利。注所引韩赵魏范，中行及志士为六卿。后韩赵魏为三卿，而分晋镇，故曰三晋。请公六年，周景王崩，王子真立。晋六卿平王室乱，立晋王。九年，鲁季氏逐齐军昭公，昭公居干侯。十一年，魏宋使使请晋纳鲁君。季平子思路犯献子，献子受之，乃谓晋君曰：“季氏无罪，不果入鲁君。”十二年，晋之宗家其细孙叔相子相恶于君，六卿欲弱公室，乃遂以法禁灭其族，而分其邑为十县，各领其子为大夫。晋亦弱，六卿皆大。十四年，请公卒，子定公无立。定公十一年，鲁阳虎奔晋，赵鞅简子舍之。十二年，孔子。PG 909。相鲁。十五年，赵鞅使邯郸大夫武，不幸欲杀武，武与中行营。范吉射轻弓赵鞅，鞅走保晋阳。定公为晋阳。荀立韩不幸为耻与范中行为仇，乃移兵伐范中行。范中行反，晋军击之，败范中行。范中行走朝歌，保之。
韩魏为赵，鞅谢晋军，乃设赵鞅，重定。二十二年，晋败范中行事，二子奔齐。著所引营，荀偃之孙也。著所引阴邑，范献子，是鞅之子。三十年，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，真长赵鞅时从，促长。五注集解徐广曰：吴氏家说黄池之盟与赵鞅怒，将战。吾乃常进定公。左氏传于乃先进人，外传于吴公先杀，进公赐之。三十一年，齐田常侍齐军简公，而立简公第二为平公。三十三年，孔子卒。三十七年，定公卒，子出公凿立。出公十七年，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的以为义。出公怒，告其辱，欲以伐四卿。四卿恐，遂反攻出公。出公分齐，到死。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孙交为晋君，是为哀公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年表云出公历十八年，或云二十年。注所引时赵魏韩共业范氏集中行事，而分其地，有志士与三晋，故曰四卿也。注所引案赵系家云交氏为义公。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 ，PG 九百一十。赐哀公祭二年，赐义公交十七年。纪年又云出公二十三年分楚，乃立昭公之孙，是为晋公。系本义云昭公生桓子雍，雍生纪，纪生义公交。然晋赵系家及年表各个不同，何况纪年之说也？哀公大父雍，晋昭公少子也，号为代子。代子生纪，纪善之伯早死，故之伯欲晋并晋，未敢，乃立纪子交为君。当是时，晋国正皆绝之伯，晋哀公不得有所至。之伯遂有范中行的最强。注集解徐广曰：是本作襄子雍，注云代子。哀公四年，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之伯，晋并其地。注所引如纪年之说，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。十八年，哀公卒，子幽公留立。幽公之时，晋魏反朝韩赵魏之君，独有将屈沃，余皆入三晋。注所引魏惧也，为衰弱故，反朝韩赵魏也。宋中引此注系本，而魏自为衰。十五年，魏文侯出力。十八年，幽公迎妇人，夜窃出邑。中盗杀幽公。魏文侯以兵诛晋乱，立幽公子止，是为列公。注所引案纪年。魏文侯出力在晋公十八年。注所引纪年云夫人秦迎贼公于高顷之上。注所引系本云幽公生列公止。幼年表云魏诛幽公，立其弟止。PG 九百一十一。列公十九年，
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。二十七年，列公卒，子孝公其立。孝公九年，魏武侯出，立其邯郸，不慎而去。十七年，孝公卒，子晋公据九立。是岁，齐威王元年也。著所引戏本云：孝公卿，纪年以孝公为桓公，故韩子有晋桓侯。著所引纪年云：桓公二十年，赵成侯，韩共侯，迁桓公于屯留。以后更无晋氏。著所引戏本云：晋公惧。晋公二年，魏武侯韩哀侯赵晋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。晋公迁为家人，晋绝不嗣。著所引案：纪年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，韩哀侯赵晋侯并以桓公十五年卒。又赵系家列侯十六年与韩分晋，封晋君。端氏其后十年，肃侯迁晋君于屯留，不同也。太史公曰：晋文公，古所谓明君也，王居外十九年，至困。曰：及即位而行赏，上望介子推，况交主乎？灵公既逝，其后臣谨至言，致力大克，大夫具诸或坐。道公以后日衰，六卿专权，故君道之欲其臣下，故不义哉。所引述赞：天命疏于卒封于唐，同归既消，何焚事荒。文侯虽嗣，屈沃日强，未知本末，坐清桓庄。献公昏祸，太子离鞅，众耳至霸，朝周河阳。临济丧德，立亦无妨。四卿，卿五，晋作巨王。PG 九百一十二，《史记》卷四十。世家始楚世家，楚之先祖出自地专区高阳。高阳者，皇帝之孙，昌邑之子也。高阳生琛，琛生卷章，卷章生仲尼。仲尼为地库高辛，居火镇，甚有功，能光荣天下。帝库命曰祝融，共工事作乱。帝库使仲尼诛之而不尽，帝乃以耕寅日诛仲尼，而以其地。吴回为仲尼后，复居火镇为祝融。祝镇一尺正反。注集解徐广曰：是本云老同生仲尼及吴回。乔周曰：老同及卷章，所引卷章名老同，故系本云老同生仲尼。仲是离世，二官代司天地，仲为木镇，离为火镇。按左氏传少好氏之子曰仲，专须氏之子曰离。今以仲离为一人，人是专须之子孙者。刘氏云：少好氏之后曰仲，专须氏之后曰仲离。对比仲则单称离，若自言当家则称仲离。故楚及司马氏皆仲离之后，非官赏号之众。余为此解为当。著所引此众离为火镇，比少号氏之后众自为木镇之此。
众离即彼之离也。注即解于翻曰：注大容明也。为昭曰：注。PG 913。是也。吾回生路中，路中生子六人，彻口而产焉。其长一曰鲲，吾二曰参胡，三曰彭祖，四曰惠人，五曰曹信，六曰季连。言信楚其后也。鲲无事，夏之时常为侯伯，桀之时汤灭之。彭祖氏，殷之时常为侯伯，殷之末世灭彭祖氏。季连生父举，父举生血雄，其后终为或在中国，或在蛮夷，弗能记其事。注即解干宝曰：先儒学士多疑此事，巧语难通才达学，今何数理者也？作古时考，以为作者忘记，废而不论，于亦由其身之意也。然按六子之事，子孙有国，升降六代，数千年前，迭至霸王，天将兴之，必有尤物乎？若夫前志所传，修己备彻，而身与简敌屈叩而生气，历代久远，莫足相振。晋魏皇初五年，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儿，从右歌下水腹上出，而平和自若。数月创和，母子无恙，斯盖晋氏之幸也。以今况古，故之助祭者之不忘也。天地云为阴阳变化，安可守之一端，盖以常理乎？诗云：不彻不复，无灾无害。原诗人之止，名古之妇人，常有彻腹而产者矣，又有因产而遇灾害者，故美其无害也。所引戏本云：路中取鬼方室内，曰女愧。注即解于翻曰：鲲无名凡，为己姓，封鲲无。是本曰：鲲无者，谓是也。所引常曰鲲无。戏本云：其一曰凡，是为鲲无。又曰：鲲无者，谓是。宋中曰：鲲无。国名己姓所出。左传曰：魏侯梦见披发登鲲无之官。按今濮阳城中有鲲无台，正义扩地至于濮阳县，古鲲无国也。鲲无故城在县西三十里，台在县西百步，即鲲无墟也。注即解释本曰：参胡者，韩氏也。所引戏本云二 PG 914。曰惠连，是为参胡。参胡者，韩氏。宋中曰：参胡，国名，真姓，无后。注即解于翻曰：名简，为彭姓，封于大彭。是本曰：彭祖者，彭城氏也。所引戏本于三曰简坑，是为彭祖。彭祖者，彭城氏。于翻于名简，为彭姓，封于大彭。正义扩地至于彭城，古彭祖国也。外传云：因莫灭彭祖国也。于翻云明简，神仙传云：彭祖会坑，
帝颛顼之玄孙，至殷末，年已767岁而不衰老，遂往流沙之西，非寿终也。注籍解释本曰：诲人者，正是也。所引系本于四曰求言，是为快人。快人者，正是。宋中曰：求言，名也。云性所出，快国也。正亦扩地至于，故快城在郑州新郑县东北22里。毛师土云：其高新之土，祝融之墟，立唐至周，仲尼之后，于庆处其地，是为快国，为郑武公所灭也。注籍解释本曰：曹姓者，朱氏也。所引系本于五曰安，是为曹姓。曹姓，朱氏。宋中曰：安，名也。曹姓者，诸曹所出。正亦扩地至于，故诸国在黄州黄冈县东南121里。史记云：诸子，曹姓也。注所引系本于六曰季连，是为延姓。季连者，楚氏。宋中曰：季连，名也。言姓所出，楚之先。言因名是反。言阳生也。注籍解孙简曰：一作祖。所引举因才反。周文王之时，季连之苗裔曰玉雄。玉雄子是文王，早卒。其子曰雄立。雄立生雄黄，雄黄生雄毅。雄毅当周成王之时，举文武勤劳之后嗣，而封雄毅于楚。PG 915。蛮，封以子南之田，姓严氏，居丹阳。楚子雄毅与鲁公伯禽。魏康叔子穆敬侯谢齐太公子吕吉俱是成王。注籍解徐广曰：在南郡之江县。正亦引荣云：传立于楚居丹阳，今之江县不成事也。扩地至于归州巴东县。东南四里归故城，楚子雄毅之始国也。又雄毅墓在归州子归县。余地至云子归县东有丹阳城，周回八里，雄毅始封也。雄毅生雄爱，雄爱生雄展，雄展生雄胜，雄胜以弟雄阳为后。雄阳生雄渠。注所引一座正，因土改反。展因旦，与展同字。亦作展。注所引邹旦本作雄阳。一作阳。雄渠生子三年。当周夷王之时，王室为诸侯或不朝相。伐雄渠胜的江汉咸陵河，乃兴兵伐雍阳越，至于鄂。雄渠曰：我蛮夷也，不与中国之好事。乃立其长子康为巨旦王，中子弘为鄂王，少子侄疵为越章王，皆在江上。楚蛮之地。及周厉王之时，暴虐雄渠为其伐楚，亦去其王。注籍解杜预曰：雍，今上雍县。正亦扩地至于房周竹山县，本汉上雍县，古之雍国。
袭周武王伐纣，雍蛮在焉。注所引有本作阳鱼阴玉地名也。今阴月乔州亦作阳月。注正义五个反。刘伯庄于地名在楚之西，后徙楚。今东鄂州是也。扩地至于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。PG 916。注集解张营曰：今江陵也。所引戏本康作雍。但作坦。地理至于江陵南郡之县也。楚文王自丹阳徙都之。注集解九州纪曰：鄂今武昌。所引有本作易经。二字阴至红，从下文雄至红读也。故事考及邹氏刘氏等。阴无易经，恐非也。正义扩地至于武昌县，鄂王旧都。今鄂王神及雄曲子之神也。注所引系本无直字，月作九。后为雄吴康，吴康早死。雄曲促子雄志弘立。志弘促其弟是而代立，曰雄延。雄延生雄永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及徐之长子。注所引如此始义及上鄂王弘也。乔州以为雄渠促子。雄祥立促长子至有吉，少子雄延立。此云至弘促其弟杀而自立，曰雄延。欲为此代系，则祥亦吴康之弟，原嗣。雄渠者，吴康既早亡，至弘立而被延杀，故使考延至有吉，而此延是也。正义即上鄂王弘也。注正义乔州延至有吉，此延是魏祥。宋君注乐伟于雄渠敌四曰雄志有恶疾，不得为后，别居于魁。为楚父雍，后王命曰魁子也。雄永六年，而周人作乱，攻厉王，厉王出奔至。雄永十年，卒，弟雄延为后。雄延十年，卒。有子四人，长子伯霜，中子仲雪，次子叔堪，少子季训。雄延卒，长子伯霜代立，是为雄霜。注所引一作战。注所引荀俊反。PG 917。雄霜元年，周宣王出立。雄霜六年，卒，三弟争立。仲雪死，叔堪亡，避难于蒲，而少弟季训立，是为雄训。雄训时六年，郑桓公出封于郑。二十二年，雄训卒，子雄恶立。雄二九年，卒，子雄一立，是为若敖。注集解杜预曰：建宁郡南有仆夷。正义案建宁晋郡在蜀南，与蛮相近。刘伯庄于仆在楚西南。孔安国于雍仆在汉之南。按陈熙元年，楚的千里孔说是也。
住所引恶因恶，亦作恶。若熬二十年，周幽王为犬戎所弑，周东喜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。二十七年，若熬卒，子熊罕立，是为萧敖。萧敖六年，卒，子熊炫立，是为本卯。本卯十三年，晋始乱，以屈沃之故。本卯十七年，卒。本卯弟熊通是本卯子而代立，是为楚武王。住所引苦感犯，一作君，又作亲。注集解徐广曰：选阴顺，所引徐阴顺。按玉篇载口部故事云：楚之先，即焚茂也。刘阴顺，其近代本即有，自从牧者。刘顺阴非。注所引古本焚，作焚阴焚。茂阴王北犯，或王暴反。武王十七年，晋之屈沃庄伯是主国晋孝侯。十九年，郑伯地段作乱。二十一年，郑清天子之田。二十三年，魏氏齐君还公。二十九年，鲁氏齐君引公。三十一年，宋太宰华都氏齐君商公。 PG 九百一十八。三十五年，楚伐隋。隋曰：我无罪。楚曰：我蛮一夜。今诸侯皆为叛相亲，或相杀。我有必甲，欲以观中国之。朕请王室尊吴豪。隋人为之周，请尊楚。王室不听，还报楚。三十七年，楚雄通怒曰：吾先欲雄，文王之师也。早中陈王举我先公，乃以子南田令居楚，蛮夷皆律服，而王不加位。我自尊耳，乃自立为武王，与隋人盟而去。于是始开仆的儿有之。注集解甲回曰：隋姬姓也。杜预曰：隋国今邑阳隋县。正义扩地至于隋州外城，古隋国地是本于楚武王墓在豫州新席。隋姬姓也。武王卒失中而兵罢，扩地至于上蔡县东北五十里是也。五十一年，周召隋侯，数以立楚为王。楚怒，以隋背己，伐隋。武王卒失中而兵罢。子文王雄资立，使都尹。注集解黄览曰：楚武王宜在汝南郡同阳县隔碑乡城东北，名谓之楚王岑。汉永平中，隔陵城北筑里舍，下于土中得铜鼎，而名曰楚武王，由是之楚武王之仪。明传言，秦相赤眉之时欲发之，折颓坏田鸭，不得发也。正亦有本筑隔碑乡，作隔陵乡者物也。地理志云：新蔡县西北六十里有隔碑乡，即废长房头竹成龙之碑，因为乡名也。
助阵亦扩地至云，济南不成，在荆州江陵县北五十里。杜预云：国都于郢，今南郡江陵县北济南城是也。扩地至云。又至平王，更成郢，在江陵县东北六里，故郢城是也。PG 919。文王二年，伐申过邓，邓人曰：楚王一曲，邓侯不许也。六年，伐蔡，鲁蔡哀侯以归，以而视之。楚强，临江。汉贤小国，小国皆畏之。十一年，齐桓公始霸，楚亦始大。助阵亦扩地至云，故申城在邓州南阳县北三十里。晋太康帝至云，周宣王就所封，故邓城在襄州安阳县北二十里。春秋之邓国，庄十六年，楚文王灭之。注集解夫前云：邓慢姓。注阵亦豫州上蔡县在州北七十里，古蔡国也。县外城，蔡国城也。十二年，伐邓，灭之。十三年，卒，子熊不立，是为庄敖。庄敖五年，欲杀其弟熊运，运奔随，与随袭是庄敖代立，是为成王。注集解史记阴影云：古古坚字。注所引上阴侧状反，注所引运阴迂粉反，所传作迂迂平反。成王运元年，初即位，不得施惠，结旧好于诸侯，使人献天子。天子赐座曰：朕尔南方一月之乱，无亲中国。于是楚的千里。十六年，齐桓公以兵侵楚，至行山。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，与桓公盟。桓公数以周之父不入王室，楚许之，乃去。助阵亦渡豫云：行，楚地。颍川赵陵县南有行亭。扩地至云：行山在郑州西南一百一十里，即此山也。助阵亦趋，趋勿反。完阴还，楚族也。PG 920。十八年，成王以兵北伐许，许军肉坦谢，乃视之。二十二年，伐黄。二十六年，灭殷。注集解地理志曰：颍川许昌县，故许国也。注所引汝南益阳县，故黄国。正义扩地志于黄国，故臣汉益阳县也。秦时黄都、嬴姓在光州定城县四十里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年表及他本皆作殷，亦本作黄。正义殷国在淮南，盖两国也，不知改名时也。三十三年，宋襄公欲为盟会，召楚。楚王怒曰：召我，我将好往袭汝之。遂行至于，遂执汝宋公，以而归之。三十四年，郑文公南朝楚。楚成王北伐宋，败之鸿，射伤宋襄公，襄公遂病创死。助阵亦因于宋的也。三十五年，晋公子仲耳过楚，
成王以诸侯客礼相，而后送之于秦。39年，鲁西公来请兵以伐齐，楚使申侯将兵伐齐，取故至齐桓公子雍焉。齐桓公妻子皆奔楚，楚竟以为上大夫。灭魁，魁不似祝融欲雄故也。注集解度欲曰：冀北古城县，正义扩地至于古，在冀州东阿县东26里。注集解夫前曰：魁，楚雄渠之孙，雄至之后，魁在乌山之阳，子归乡是也。所引乔州作灭归，归即魁之地名归乡也。下伐宋，宋告急于晋，晋就宋，成王罢归。将军子欲请，PG 921。战，成王曰：众尔王居外久，促得反国，天之所开，不可当。子欲故请，乃与之少师而去。晋果败子欲于城濮，成王怒，诛子欲。46年，初，成王将以商臣为太子，与令尹子上。子上曰：君之持位也，而又多内宠，处乃乱也。楚国之举常在少者，且商臣吊木而柴身，忍人也，不可立也。王不听，立之。后又欲立子侄而处太子商臣，商臣闻而未审也，告其父潘崇曰：何以得其实？崇曰：想王之宠积将你而勿进也。商臣从之。将米怒曰：宜乎王之欲杀弱而立直也。商臣告潘崇曰：信矣。崇曰：能事之乎？曰：不能。能王去乎？曰：不能。能行大事乎？曰：能。冬10月，商臣以公卫兵为成王，成王请石雄樊而死，不听。丁未，成王自绞杀，商臣戴笠，是为穆王。注集解度欲曰：耻年也，焉上赏？注集解甲回曰：举利也。注集解夫前曰：言忍为不义。注集解甲回曰：直商臣庶弟也。注集解姬当作妹。注正一米王而反。注集解夫前曰：若立直，子能事之。注集解夫前曰：为事君。注集解度欲曰：熊掌难熟，祭酒将有外救之也。穆王立以其太子公与潘崇，使为太师，掌国事。穆王3年，灭姜。4年，灭六辽。六辽，高陶之后。8年，伐陈。12年，卒。子庄王吕历。PG 922。注集解度欲曰：江国在汝南安阳县。注集解度欲曰：六国，今庐江六县。两国，今安丰两县。庄王即位3年，不出号令，日夜为乐，令国中曰：有感见者死无赦。
五举入见。庄王左抱正姬，右抱越女，坐中鼓之贤。五举曰：愿有敬意。曰：有鸟在鱼腹，三年不飞不鸣，是何鸟也？庄王曰：三年不飞，飞将冲天；三年不鸣，鸣将惊人。举退矣，无知之矣。居数月，吟亦甚。大夫苏从乃入见。王曰：若不闻令乎？对曰：杀。身以明君，臣之怨也。于是乃罢赢乐，听政，所诛者数百人，所敬者数百人。任武举苏从以政，国人大说。是岁灭雍。六年，伐宋，获五百胜。注集解引为隐藏其意。注正义经房州竹山县事也。八年，伐陆浑荣，遂至洛，官兵于周郊。周定王始亡，孙满劳楚王。楚王问鼎小大轻重，对曰：在德不在鼎。庄王曰：子无足九鼎。楚国折钩之会，足以为九鼎。王孙满曰：呜呼！君王其望之乎？习余下之盛，远方皆至。共经九木，铸鼎象物，百物而为之备，使民之神兼。节有乱德，鼎千余音，载四六百。殷纣暴虐，鼎千余周。得之。修民虽小必重，其间回昏乱，虽大必轻。习成王定鼎于加入，薄世三十，薄年七百，天所命也。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。鼎之轻重，未可问也。楚王乃归。PG 923。注集解符前曰：陆浑荣在洛西南，正义与信之荣喜，居陆浑。注集解符前曰：官兵，臣兵是周也。注集解符前曰：以交劳礼迎之也。注集解杜预曰：是欲复周取天下。注正义会，许未反。反即有沟，会沟口之间也。焉楚国己之沟口间有折者，足以为鼎，言鼎之义德也。注集解符前曰：使九州之木共金。注集解甲回曰：向所图物者之于鼎。注集解杜预曰：图鬼神百物之行，使民逆背之也。注集解甲回曰：载，此也。四年也。商曰：四。王素曰：载四者，犹言年也。注集解杜预曰：不可迁。注集解杜预曰：言可疑。注集解杜预曰：甲乳今河南也，河南县西有甲乳墨。武王迁之，陈王定之。所引按周书，甲洛北山名因甲乳为田后乳，故以名焉。九年，相若敖氏人获禅之王，恐诛，反攻王，王即灭。若敖氏之族。十三年，灭叔。注集解左传曰：子越交。注集解杜预曰：庐江六县东有叔臣也。
十六年，伐陈，杀下甄叔。甄叔是齐军，故诛之也。以破陈，即献之。于陈皆贺，申叔时使其来，不贺。王问，对曰：比喻曰，牵牛进人田，田主取其牛，进者则不止矣，取之牛，不亦甚乎？且王以陈之乱而虑诸侯伐之，以义伐之而贪其县，亦何以复令于天下？庄王乃复国臣后。PG 924。十七年春，楚庄王为郑，三月克之，入自黄门，郑伯肉。袒牵羊以逆，曰：孤不天，不能事君，君用怀怒以疾避，亦孤之罪也。敢不为命事听。兵之南海，若以臣妾赐诸侯，亦为命事听。若君不妄力宣桓武，不绝其社稷，使改事君，孤之怨也，非所敢妄也。敢不复心。楚于臣曰：王勿许。庄王曰：其君能下人，必能信用其民，庸可绝乎？庄王自守其左右挥军，引兵去三十里而舍，遂许之平。潘汪入盟，子良出职。夏六月，晋就阵与楚战，大败晋师和尚，遂至横庸而归。注籍解甲回曰：郑城门。何修曰：郭门也。注籍解甲回曰：肉袒牵羊，是福为臣立也。注籍解杜预曰：周厉王宣王，郑之所自出也。郑桓公武公，始封之贤君也。注籍解杜预曰：退一舍而理政。注籍解潘汪，楚大夫。子良，郑国弟。二十年，为宋，以杀楚使也。为宋五月，城中食尽，亦子而食，息鼓而吹。宋华元初告以秦。庄王曰：君子哉！遂罢兵去。著所引左传宣十四年，楚子使申周聘于齐，曰：吾甲道于宋。华元曰：过我而不甲道，彼我也，彼我王也，杀其使者必伐我，伐我亦王也，王亦也，乃杀之。楚子闻之，投内而起。九月，为宋是也。二十三年，庄王卒，子贡王审立。PG 925。贡王十六年，晋伐郑。郑告急，贡王就郑，与晋兵战鄢陵。晋败楚，射中贡王墓。贡王召将军子反，子反嗜酒，从者数羊，故晋酒醉。王怒，射杀子反，遂罢兵归。三十一年，贡王卒，子康王昭立。康王立十五年卒，子元立，是为夹敖。著所引英云：左传左康王宠弟公子为子比子访弃疾。夹敖三年，以其继父康王弟公子为令尹，主兵士。
四年为时镇道文王籍，而还十二月己酉为入问王籍，矫而视之，遂杀其子莫及。平下使使父于镇，五举问曰：“谁为后？”对曰：“寡大夫为。”五举更曰：“共王之子为为长，子必奔进而为立，是为灵王。”注集解徐广曰：“史记多作为。”注集解荀卿曰：“以观音矫之。”所传曰：“葬王于颊，谓之颊敖。”注集解伏前曰：“问来复者。”注集解杜预曰：“五举更复辞，使从礼告中称嗣不已，篡世复诸侯。”灵王三年六月，楚使使告晋，欲会诸侯，诸侯皆会楚于身。五举曰：“其下岂有君台之享？商汤有景伯之命，周武王有蒙金之势，陈王有祁阳之搜，康王有丰功之朝，穆王有涂山之会，齐桓有赵陵之师，晋文有建土之盟，君其何用？”令王曰：“用桓公。”时郑子产在焉。于是晋宋鲁卫不往。灵王以盟有交色。五举曰：“结为有人之会，有名叛之。纣为骊山之会，东夷叛之。幽王为太室之盟，戎狄叛之。PG 926。君其慎终。”注集解杜预曰：“河南阳翟县南有君台坡。”注集解贾逵曰：“岐山之阳。”注集解伏前曰：“丰功，陈王庙所在也。”杜预曰：“封在始平户县东，有灵台，康王于是朝诸侯。”注集解杜预曰：“用会赵陵之礼也。”注集解贾逵曰：“人民国民也。”注集解伏前曰：“离东夷国民也，子姓。”注集解杜预曰：“太室中月也。”七月，楚以诸侯兵伐吴，为诸方。八月，克之，求庆封，灭其族。以封序曰：“吾孝其庆封，视其君而若其孤，以蒙诸大夫。”封反曰：“莫如楚共王庶子为视其君兄之子远而待之利。”于是灵王使即杀之。注集解杜预曰：“其崔杼视其君，庆封其党，故以事君之罪责之也。”注集解古梁传曰：“军人灿然皆笑。”七年，就张华台，下令内王人食之。注集解杜预曰：“南郡华容县有台，在城内。”八年，使公子弃疾将兵灭陈。十年，召蔡侯，罪而杀之。使弃疾定蔡，因为陈蔡公。十一年，伐徐以恐吴。灵王赐于干息以待之。王曰：“其进鲁卫，其封皆受宝器，我独不。今吾使使周求鼎矣，为分其与我乎？”昔父对曰：“其与君王哉？喜我先望。雄亦辟在金山，必漏兰楼以触草莽，
跋涉山林以示天子。 PG 927。 为是陶胡及使以贡王室，其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帝也，处事以无分而彼皆有。周经与四国服侍君王，将为命事。从其感爱鼎。灵王曰：昔我皇祖伯父昆吾就许氏宅，今郑人贪其田，不我与，今我求之，其与我乎？对曰：周不爱鼎，郑安敢爱田？灵王曰：昔诸侯远我而未尽，今吾大臣臣蔡固根复皆千臣，诸侯为我乎？对曰：未哉。灵王起曰：昔父善言古事焉。注集解左传曰：使荡侯等为徐。注集解服前曰：有功德，受分戚。注集解贾逵曰：昔父楚大夫。所引据左氏此事有引子革之词，使盖物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必一座报。因按服前曰：必漏柴车宿木路也。兰楼檐衣必坏，其楼兰兰然也。注集解服前曰：草行曰拔，水行曰舍。注集解服前曰：陶胡及使所以喻其哉，言楚的山林无所出也。注集解服前曰：其履及成王之咎。注集解服前曰：陆中氏六子，长曰昆吾，少曰季连。季连楚之祖，故谓昆吾为伯父也。昆吾曾居许的，故曰旧许是宅。注集解为昭曰：二国楚别都也。颍川定陵有东不根，襄城有西不根。正义扩地至于不根，故城在许州襄城县东三十里。地理至于此乃西不根者也。 PG 928。 注正义左传昭十二年，西父谓子革曰：吾子楚国之望也，今与王言如想，国其若之何？杜预曰：积其顺王心如回应身也。按此对王言是子革之词，太史公云：昔父物也。昔父实为王仆，见子革对，故叹也。十二年春，楚灵王乐干息，不能去也。国人苦役。初，灵王会兵于身，陆越大夫长寿过，沙蔡大夫观起。起自从王，在吴，乃劝吴王伐楚，为贤越大夫长寿过而作乱，为无贤。使矫公子弃疾，命赵公子秉于晋，至蔡，与吴越兵欲袭蔡。令公子比见弃疾，与盟于邓，遂入杀灵王太子陆，立子比为王。公子子访为令尹，弃疾为司马。先除王公，官从从师于干息，令楚息曰：国有王矣。先归复爵一田氏，后者迁之。楚息皆愧，去灵王而归。注所引路汝也。注所引观音观。观姓起名。注所引从英才松板。
注及解度预约，颍川少林县西有邓城，正义扩地志云，故邓城在豫州野城县东三十五里，岸在古兆林县西十里也。灵王闻太子路之死也，自投车下而曰：“人之爱子亦如是乎？”逝者曰：“甚是。”王曰：“余杀人之子多矣，能无及此乎？”又引曰：“请待于郊以听国人。”王曰：“昔怒不可犯。”曰：“且入大限而起师于诸侯。”王曰：“皆叛矣。”又曰：“且分诸侯以听大国之律。”王曰：“大夫不在，只取汝耳。”于是王乘舟将欲入燕，又引杜王不用其计，俱俱死矣。去王王。PG 929。注集解左传曰：“右引子格。”注集解夫前曰：“听国人欲为谁？”注集解夫前曰：“燕、楚别都也。”杜预曰：“襄阳夷陈县正义因也。”扩地志云：“故燕陈在襄州安阳县北三里，在襄州北五里，南去荆州250里。”按王自下口从汉水上入燕也。左传云：“王言下江欲入燕，是也。”扩地志云：“燕水源出襄州义清县西界托帐山，水经云满水及燕水是也。”灵王于是独傍黄山中，野人莫敢入王。王行欲其故宣人，谓曰：“唯我求食，我已不食三日矣。”宣人曰：“新王下法，有敢向王从王者，罪及三族，且又无所得食。王因枕其故而卧。”宣人又以土自带豪去，王觉而弗见，遂击弗能起。欲引申无与之子申亥曰：“吾父在犯王命，王弗诛，恩孰大焉？”乃求王，欲王击于离泽，奉之以归。下五月癸丑，王死。申亥家，申亥以二女从死，并葬之。注集解为昭曰：“今之中捐也。”注集解夫前曰：“断王经，执人于张华之宫。”注正义左传云：“下五月癸亥，王亦于欲引申亥，是也。”是时楚国虽以利比为王，为灵王复来，又不闻灵王死，故官从未出王比曰：“不杀气急，虽得国犹受祸。”王曰：“余不忍。”从曰：“人将忍王。”王不听，乃去。气急归国人，每夜惊曰：“灵王入矣。”以卯夜，气急使传人从江上走乎，曰：“灵王至矣。”国人越惊，又使曼诚然告出王比及令引子访曰：“王至矣。”国人将杀君，司马将至矣。君早自屠，吾取汝焉。息怒。PG 930。如水火，不可救也。出王及子访遂自杀。丙辰，气急即位为王，
改名雄居士，为平王。注集解度谕曰：司马未弃疾，平王以诈事两王而自立，恐国人及诸侯叛之，乃失惠百姓。复陈蔡之地而立其后如故，归正之亲弟，存续国中，修正教，吾以除乱故，或五律以归。平王为官从，自尔所欲，欲为不已，王许之。注集解夫前曰：五律，当侯潘子司马都萧以武，令以起。注集解甲回曰：不义，不师，大夫官。初，共王有宠子五人，无势力，乃忘祭于神，请神决之。始主设祭，而因与八姬埋璧于室内，召五公子斋而入。康王跨之，灵王肘加之，子必自访皆远之。平王又抱其上而拜压扭，故康王以常立，至其子失之，为为灵王，即生儿。是子必为王十余日，子访不得立，又惧诸四子皆绝无后，唯独弃疾后立，为平王，尽续除嗣，如其神符。注集解甲回曰：共王且注正义左传于埋璧于太室之庭。杜预曰：太室祖庙也。注集解夫前曰：两足各跨璧一边。杜预曰：过其上。初，子必自尽归，韩宣子问书相曰：子必其祭乎？对曰：不久。宣子曰 ：PG 931。同恶相求，如是假焉，何为不久？对曰：吾与同好，谁与同恶？取国有五男，有宠无人；一也，有人无主；二也，有主无谋；三也，有谋而无名；四也，有名而无德；五也，子必在晋十三年矣。晋楚之从不闻通者，可谓无人矣。足尽轻叛，可谓无主矣。无信而动，可谓无谋矣。为姬中士，可谓无名矣。王无爱争，可谓无德矣。一二，王悦而不济，子必设五难以事君，谁能济之？有出国者，其弃疾乎？君臣蔡方城外属焉。科特不作，盗贼伏隐，私欲不为，民无怨心。先神命之，国民信之。言信有乱，必济实力，楚之长也。子彼之官，则又隐也；树其贵宠，则树子也。以神所命，则又远之，民无怀焉，将何以立？宣子曰：其桓晋文不亦是乎？对曰：其桓谓姬之子也，有宠于离公，有鲍叔牙兵虚无袭朋以为辅，有举位以为外主，有高国以为内主，从善如流，失惠不倦，有国不亦宜乎？袭我文公，胡季姬之子也，有宠于献公，好学不倦。生十七年，有事五人，有先大夫子与子犯矣。
为复兴，二陵有位灿甲陀以为国公，有其宋秦楚矣。为外主，二一有栾系狐仙以为内主。二二王十九年，守至弥笃，会怀器名，二三名从而与之。二四故文公有国，不亦宜乎？子彼无失于民，无缘于外，去进进步。宋归楚，楚不迎，何以有国？子彼国不忠焉，促利者气急。二五如书相言也。注集解夫前曰：为国人共恶灵王者，如是假之人求利也。注集解夫前曰：言无党于内，当与谁共同好恶？PG 932。注集解杜预曰：宠虚贤人而故。注集解杜预曰：虽有贤人，当须内主为应。注集解杜预曰：谋策谋也。注集解杜预曰：名息也。注集解杜预曰：四者既备，当以德成之。注集解杜预曰：晋楚之事，从子彼游，皆非达人。注集解杜预曰：吾亲族在楚。注集解夫前曰：炎陵王尚在，而妄动取国，故谓无谋。注集解杜预曰：终身饥客在于晋，是无名。注集解杜预曰：楚人无爱念者。注集解杜预曰：灵王暴虐，魔所未济，将自亡。注正义方城山在许州叶县西十八里也。注集解夫前曰：不以私欲为民心。注集解夫前曰：皆庶子而出分。注集解甲回曰：其患出分举，自举先入，为人助之。注集解夫前曰：国子、高子，皆其之正亲。注集解夫前曰：言其疾。注二陵集解甲回曰：子于、赵衰。注二一集解甲回曰：其以女妻之，宋赠之马，楚相。以九县，秦宋内之。注二二集解甲回曰：四姓，晋大夫。正义杜预云：为栾之系狐狐突先枕也。注二三集解夫前曰：皆弃名不恤。注二四正义以会怀弃名，故名相从而归心于文公。注二五正义左传云：或神义也，有名二也，令德三也，宠贵四也，居长五也。有无力以去五难，谁能害之？杜预云PG 933。或神，当必拜也，有名，名姓也，令德，无科特也，宠贵非子也，居长气急继也。平王二年，始被无忌如秦为太子，见取父，父号来。未至，无忌先归，说平王曰：秦女好，可自取，为太子更求。平王听之，促自取秦女，生雄贞，更为太子取。是时武奢为太子太傅，无忌为少傅。无忌无宠于太子，常谗恶太子见。建十年十五亿，其母蔡女也，无宠。于王，王稍一书外见也。
注及解夫前曰：楚大夫所应左传作无极极，既身相近。注正义左传于楚子之在蔡也，阳之女分之身态。子见杜预云：蔡邑也，故密反。六年，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。吴季又日夜缠太子建于王曰：自吴季入秦女，太子愿亦不能无望于王。王少自备焉。且太子居城父善兵，外交诸侯，且欲入矣。平王召其父五奢责之，五奢之无忌谗，乃曰：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？无忌曰：今不至，后悔也。于是王遂求五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赴死，乃令司马奋阳召太子建欲诛之。太子闻之，王奔送。注及解夫前曰：臣父楚北近矣。杜预曰：相臣臣父县正义父阴府阔地至云，臣父故城在许州邺县东北四十五里，即杜预云相城城父县也。又许州相城县东四十里亦有父城故城一所，夫前云城父楚北境，乃是父城之名，非建所守。杜预云言城父又物也。传吉利元水经注云：楚大臣臣父使太子建居之，即时PG 934。三州至云：太子建所居臣父为金伯州臣父县也。按金伯州建有臣父县，是建所守者也。地理至云：颍川有父臣县，沛郡有臣父县，此二名别耳。吴季曰：五奢有二子，不杀者为楚国患，何以免其父召之？必至。于是王使使未生，能治二子则生，不能将死。奢曰：上至，须不至。王曰：何也？奢曰：上之为人廉，死节慈孝而仁，闻召而免父，必至，不顾其死。须之为人智而好谋，勇而精功，知来必死，必不来。然为楚国忧者必此子。于是王使人召之曰：来，吾免而父。吾上谓吾须曰：闻父免而莫奔，不孝也，父怒莫报，吾谋也，度能任事之也。子其行矣，我其归死。五上遂归。五须弯弓属使初见使者曰：父有罪，何以召其子为将赦？使者还走，遂出登吴。吴奢闻之曰：须王，楚国为灾，楚人遂杀吴奢及上。十年，楚太子建母在居朝，开吴。吴使公子光伐楚，遂拜陈蔡，取太子建母而去。楚恐陈隐出，吴之边一杯。梁与楚边一中李小童争丧，两家交互相攻，灭悲梁人。悲梁大夫怒，发一兵攻钟离。
楚王闻之怒，发国兵夜悲凉。吴王闻之大怒，亦发兵，使公子光阴见母家公楚，遂灭钟离居巢。楚乃恐而成矣。祝振义如周朝县事也。祝振义在江陵县东北六里，以解于前。按传承隐在昭。公二十三年，下仲言成矣。杜预云：楚用子囊遗言以助隐成矣。今魏吴复修以自固也。祝振义悲凉亦尽钟离也。祝所隐去年以成矣，今又仲言。据《左氏昭》二十三年成矣。PG 935。二十四年无仲成矣之文，是《史记》物也。十三年，平王卒。将军子长曰：“太子真少，且其母乃前。太子见所当取也。”欲立令引子息。子息，平王之庶弟也，有义。子息曰：“国有常法，更立则乱，言之则治诸。”乃立太子真，是为昭王。昭王元年，楚西不说废无忌，以其禅王太子建杀五奢子，父与系婉。婉之宗姓博士子痞及子虚皆奔吴，吴兵数清楚，楚人怨无忌甚。楚令引子长诛无忌以说西，西乃喜。祝振义名瓦，所传云囊瓦拔吴。四年，吴三公子奔楚，楚封之以汉吴。五年，吴伐取楚，之六前。七年，楚使子长伐吴，吴大败楚于豫章。祝所引昭三十年，二父公奔楚，公子偃于奔徐，公子竹拥奔钟离。此言三公子非也。祝振义故六城在寿州安丰县南132里，也姓高陶，之后所封也。前城楚之前邑在霍山县东200步。祝振义今洪州也。十年冬，吴王阖闾五子胥伯匹与唐蔡俱伐楚，楚大败，吴兵遂入郢，汝平王之墓以五子胥故也。吴兵之来，楚使子长以兵迎之，加汉水镇。吴伐败子长，子长亡奔镇，楚兵走。吴乘胜逐之，五战即矣。己卯，昭王出奔，庚辰，无人入郢。注集解春秋云：十一月庚辰，昭王亡也至云梦，云梦不知其亡也，射伤王。王走云云公之弟怀曰：“平王杀吾父，今我杀其子，不亦可乎？”PG 936。云公止之，然恐其事昭王，乃与王出奔随。吴王闻昭王往，即进击随。谓随人曰：“周之子孙封于江汉之贤者，楚尽灭之，欲杀昭王。”王从臣子其乃生逆王，自以为王。谓随人曰：“以我与吴。”随人卜与吴，不及，乃谢吴王曰：“昭王亡，不再随。”吴请入自所知，随不听，吴亦罢去。祝振义走应奏，
云阴云。扩地至于安州安陆县城。本春秋时云国城也。注籍解服前曰：傅曼成然。正义成然立平王，堪求。吴彦平王杀之。注正义扩地至于随州城外古随国城。随即姓也。又云楚昭王城在随州县北七里。左传云吴师入郢，王奔。随随人楚之公公之北，即此城市也。昭王之出郢也，使申报须请救于秦。秦以车500乘救楚，楚亦收于散兵，与秦及吴。11年6月，败吴于冀，会吴王。帝夫盖见吴王兵伤败，乃王归，自立为王。阖闾闻之，引兵去。楚归及夫盖，夫盖败，奔楚。楚封之唐西，号为唐西氏。注籍解服前曰：楚大夫王孙包胥。注籍解甲回曰：楚的也。注正义地理扩得至于唐西故城在豫州郾城县，西80有5里也。楚昭王灭唐9月，归入郢。12年，吴复伐楚，取藩。楚恐，去郢，北徙都洛。注籍解杜预曰：益阳安昌县东南上唐乡。正义扩的至于上唐乡故城在随州枣阳县东南150里，古之唐国也。PG 937。是本云唐姬姓之国。注正义片韩反，又因婆扩地至于饶州鄱阳县。春秋时为楚东境，秦为藩县，属九江郡，汉为鄱阳县也。注正义因弱扩地至于楚昭王故城在襄州乐乡县东北32里，在故都城东5里，即楚国故昭王徙都若城也。16年，孔子相鲁。20年，楚灭顿，灭吴。21年，吴王阖闾伐越，越望勾践射伤吴王，遂死。吴有此怨越而不惜伐楚。注籍解地理志曰：汝南南顿县，故顿子国。正义扩地志于陈州南顿县，故顿子国。应少云古顿子国，姬姓也。逼于陈，后南徙，故曰南顿也。注籍解杜预曰：汝南县西北胡城。正义扩地志于故胡城在豫州郾城县界。27年春，吴伐陈，楚昭王救之，君臣附。10月，昭王病于军中，有翅云如鸟，加日而飞。昭王问周太史，太史曰：是害于楚王，然可疑于将相。将相闻是言，乃请自以身导于神。昭王曰：将相，孤之古公也，今疑惑，拥去是生乎？夫听不而何为遂，大夫请导何？昭王曰：自吾先望受封，望不过江汉，而何非所获罪也，至不许。孔子在城闻是言，
曰：“楚昭王通大道，以其不失国矣哉？”注集解度欲曰：“云在楚上，为楚见之。”注集解夫前曰：“为所受王命，赐其国中山川为望。”正义岸江，荆州南大江也，汉江也，二水楚境内也。河黄河非楚境也。昭王病甚，乃召诸公子大夫曰：“孤不应，在与楚国之师。” PG 938。今乃得以天授中，孤之幸也。让其弟公子身为王，不可；又让次弟公子杰，亦不可。乃又让次弟公子驴，五让，乃后许为王。将战，更营，昭王卒于军中。子驴曰：“王病甚，舍其子让于臣，臣所以许王，以广王义也。今君王卒，臣岂敢忘君王之义乎？”乃与子奚、子奇谋伏尸必屠，迎越女之子张立之，是为惠王。然后罢兵，归葬昭王。注集解徐广曰：“宜作必。”注集解伏前曰：“必屠，不通外史也。越女昭王之妾，所引必屠及斩屠也。”故下于惠王后即罢兵归葬。伏前说非。正义左传于谋前师必屠。按前师密发往迎也，必屠。防断外寇也。为昭王薨于军，四子未定，恐有邻国及诸公子之。便故伏尸必屠，迎越女之子张立为惠王也。惠王二年，子奚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慎于吴，以为朝大夫，号曰白公。白公好兵而下士，欲报仇。六年，白公请兵令尹，子奚伐郑。初，白公复见王在郑，郑杀之，白公王走吴，子奚复召之，故以此怨郑，欲伐之。子奚许而未为发兵。八年，晋伐郑，郑告及楚，楚使子奚就郑，受禄而去。白公甚怒，乃遂与永历死士石齐等袭杀，令引子奚、子奇于朝。因结惠王，置之高府，欲视之。惠王从者屈故父王，王走昭王夫人公。白公自立为王。越于惠叶公来救楚，楚惠王之徒与。共攻白公，杀之。惠王乃重定。是岁也，灭城而献之。注集解徐广曰：“五子胥传曰：‘使慎守楚之边邑焉。’”因按伏前曰：“白，一名。”楚义大夫皆称公。杜预曰：“汝应且。”信县西南有白亭，正义朝，今庐州居朝县也。扩地至于 PG 939。白亭在豫州窃信东南32里，又信本汉眼县之地，后汉分也。至窃信县，在今窃信县东77里。注集解甲魁曰：“高府，府名也。”杜预曰：“楚别府。”
助己解夫前曰：昭王夫人，惠王母，越女也。助己解徐广曰：惠王之十年。十三年，吴王夫差强，临其境，来伐楚。十六年，越灭。五四十二年，楚灭蔡。四十四年，楚灭齐，与秦平。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镇江淮北，楚东侵，广的至四上。助镇义表云：越灭吴在元王四年。助镇义周定王二十二年。助镇义周定王二十四年。助镇义镇长也。江淮北为广陵县、徐四等州市也。五十七年，惠王卒，子简王中立。助镇义中英种。简王元年，北伐灭莒。八年，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，始列为诸侯。助镇义扩地至云密州莒县，故国也。焉北伐者，莒在徐四之北。二十四年，简王卒，子申王当立。申王六年，盗杀申王，子盗王雄一立。盗王二年，三晋来伐楚，至陈丘而还。四年，楚伐周，镇杀子阳。九年，伐韩，取富庶。十一年，三晋伐楚，败我大，梁于关。楚后入秦，与之平。二十一年，悼王卒，子肃王臧立。PG 九百四十。助镇义事法云：不生其国曰生也。助己解徐广曰：年表三年归于关于镇。镇义年表云：三晋公子伐我，至陈丘，物也以解在年表中。地理志括地志云：陈丘故城在滚州辖丘县西北三十五里，是也。住所引此于关当在大梁之西也。肃王四年，蜀伐楚，取资方。于是楚为汉官以拒之。十年，未取我鲁阳。十一年，肃王卒，无子，立其弟熊良夫，是为宣王。住所引地名，精确。正义古今地名云：荆州松滋县古。鸠兹的，即楚兹方是也。注集解李雄说公孙述曰：东守八郡，据汉官之口。所引按郡国至八郡于复县有汉官。注集解地理至云：南阳有汝阳县。正义扩地至云：汝州。汝山本汉汝阳县也。古汝县以古汝山为名也。宣王六年，周天子贺秦献公。秦始富强，而三晋亦大，魏惠王齐威王尤强。三十年，秦封魏鞅于商，南侵楚。四年，宣王卒，子威王。熊商立。威王六年，周显望至文武坐于秦惠王。七年，齐孟尝君复田因欺楚，楚威王伐齐，败之于徐州，而令齐必逐田因。田因恐，张丑伟谓楚王曰：王所以战胜于徐州者，田畔子不用也。叛子者，有功于国，
而百姓为之用。因子服善而用生计，生计者大臣不富，百姓不为用，故王圣之也。今王逐因子，因子逐叛子，必用矣。复薄其士卒以与王御，必不。 PG 941。 便于王矣。楚王因服逐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使楚以灭越而伐齐也。其说越令公楚，故云其妻楚。注所引叛子，因之同族。注所引伯，因伯亦有作父读。战伯策作枕。十一年，威王卒，子怀王雄怀立。魏闻楚丧，伐楚，取我行山。注正义扩地至于行山，在郑州新郑县西南30里。怀王元年，张仪使相秦惠王。四年，秦惠王出称王。六年，楚使柱国朝阳将兵而攻魏，破之于襄陵，得八邑。又移兵而攻齐，齐王患之。臣枕是为秦使齐，齐王曰：为之奈何？臣枕曰：王勿忧，请令罢之。即往见朝阳君。周曰：愿闻楚国之法，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？朝阳曰：其官为上柱国，封上爵职归。臣枕曰：其有贵于此者乎？朝阳曰：令尹。臣枕曰：今君以为令尹矣，此国官之上，臣请得辟之。人有疑，其舍人一之久者，舍人相谓曰：庶人饮此，不足以寐，请遂。化的为蛇，蛇先成者独饮之。一人曰：吾蛇先成，举酒而起。曰：吾能为之足，及其为之足，而后成人夺之酒而饮之。曰：蛇故无足，今为之足，是非蛇也。今君相处而攻魏，破军杀将，攻莫大焉，官之上不可以加矣。今又移兵而攻齐，攻齐甚之，官爵不加于此，攻之不胜，生死决夺，有贵于楚，此为蛇为足之说也。不若引兵而去以得其，此迟闷之术也。朝阳曰：闪。引兵而去。 PG 942。 注所引县名在河东，注所引古本作八邑，今邑作八城。注集解徐广曰：怀王六年，朝阳移河而攻齐。君门曰：何？注所引观音观，令尹乃尹中最尊，故以国为言，犹如亲子冠君然。燕韩君初称王。秦使张仪与楚齐魏相会，盟野桑。注正义徐广曰：在梁与彭城之险也。十一年，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，楚怀王为从长。至韩古关，秦出兵及六国，六国兵皆引而归，其独后。十二年，齐闵王伐败赵、魏军，秦亦伐败韩，与其争长。
十六年，秦欲伐齐，而楚与其从亲，秦惠王患之，乃宣言。张仪免乡，使张仪南见楚王，谓楚王曰：“必义之王所甚说者，吾先大王，虽义之所甚愿为门兰之司者，亦吾先大王。必义之王所甚增者，吾先齐王；虽义之所甚增者，亦吾先齐王。而大王何之？”是以必义之王不得是王，而令夷亦不得为门兰之司也。王为夷必官而绝其，今使使者从夷西取故秦所分楚商于之地方六百里，如是则其若矣。是北若齐，西得于秦，思商于以为父。此一计而三立俱至也。怀王大悦，乃至相喜于张仪，日与至。九宣言，无父的无伤于之地。于臣皆贺，而臣枕独吊。怀王曰：何故？臣枕对曰：秦之所为众王者，以王之有其也。今得未可得而其骄先绝，是楚孤也。夫秦又贺众孤国哉？必清楚矣。且先出得而后绝其，则秦既不为。先绝其而后则得，则必见其于张仪。见其志。臣 PG 943故调楚王弗听，因使义将军西受封地。注所引何谓楚与其相和亲？注即解商于之地在今顺阳郡南乡丹水二县，有商臣在于中，故谓之商于。所引商于在今顺阳。按地理至丹水及商属弘农，今言顺阳者，是为晋使分至顺阳郡、商城、丹水俱立之。注所引两国韩魏也。